准时开台，系啦，今日 Isaac 喺度，今日胎经咧就佢就去咗正总，系嘛？我唔知啊，其实我真系唔知，佢话唔得闲，因为今日其实开台开到急，因为睇有睇啊，即系 Louis 上集都讲啦，因为本身就唔喺香港嘅，但系翻一次嚟咁就开台啦，所以 Isaac 咧都系临急抱佛脚，叫佢过嚟睇下做唔做到啊，咁佢当然会喺度同大家分享日本嘅信息啦。OK， 咁啊，我哋永远怀念我哋嘅。胎倾，今日陪我哋常在噶啦，佢会喺呢个位置 ，OK？ 影定喎呢张黑白照啊，呢张系佢自己嘅相嚟噶，影定噶咯。台长，我哋永远怀念佢。得啦，等咁托住啦，托足全场。好啦，嗱，咁啊，胎倾佢就今日喺度啦。但系下个礼拜咧，应该我哋2000人嗰个嘅庆祝台庆咧就会，唔系台庆庆祝会咧就应该会。上嚟送下禮物嘅，我送啊，唔係佢送啊，但係佢應該會一定會喺度同我哋開台分享下呢個喜悦嘅，因為原來唔講唔知，我哋已經係全香港最大嘅群組啦，已經咁大鑊，已經係冇，因為係啊，其實都即係多得上次有機會上嚟講下啦，咁日本我哋嗰個分業啦，其實都即係節節上升啊。我哋人数都就嚟过400啊，咁都真係好开心，咁大家无论玩下又好啦，换人都好啦。係啦，冇咁最紧要就係我哋呢个群组入得嚟嘅就都系活人啊嘛，你明唔明啊？即係唔系嗰啲幽灵 account 啊嘛。当然啦。因为 Facebook, 如果除非嗰个人系对 Facebook 呢样嘢系完全系冇状态可言嘅啫，因为呢如果因为成日俾人投诉就话、我哋个 group 咧个 post 啊交易得太密啦，边个敢投诉？碌得太快，你教主嚟，即系唔系？仲系个嗱，依个之后讲，因为咧碌得太快啊，即系如果佢又玩呢只 game 而装咗呢个群组嘅人咧，佢话如果佢唔熄咗个 alert 咧，系会系咁弹啊个 Facebook， 因为系好多 post 啊，所以应该除非真正玩家，如果你冇玩过，一定忍受唔到嗰种系咁端端端端端嗰种嘅信息。佢已经系我 Facebook 最活跃。断冚出嚟，以前就打开 Facebook 就期待住有人 at 你或者有人 like 你啊嘛。而家你加入呢个群组，你系冇咁嘅需要嘅，因为会系咁 like， 系咁 like， 系咁 like。有瓜打题，听日一人一铺，打爆官方。系啦，嗱呢个我会讲嘅，而家呢个 moment 就会讲啦。嗱，点解本身咁谂住咧？因为我哋俾人就有个善意引导啊嘛，就话唔好咁激进啦 ，Louis 啊，唔好咁偏激啦。咁啊，但系 so far 我都系表达我自己要表达嘅嘢啫。都未去到正总讲呢样。唔系，都未去到正总讲系咪先？今日本身谂住撑佢嘅，但系 Talking 帮我哋去咗。咁我哋永远怀念佢先。唔好意思，整翻张出嚟先。嗱，开镜，唔该晒。嗱，咁样咧，其实讲紧我哋呢个平台啦，亦都系 Isaac 嗰边嘅平台啦。其实真系好，我基本上我哋两个群组系唔会有任何咩删 post 啊、delete post 啊，除非你呃人嘅啫。因为真系好欢迎大家上嚟吹水。好欢迎大家上嚟即係见下我哋啊，做个朋友。其实你上嚟唔开台嘅话都可以吹下水㗎嘛，好似 Isaac 咁样都可以吹下水㗎嘛，大佬系咪？吹下㗎咋都系。吹下㗎咋，所以大家如果有意见不妨喺 Facebook 讲，或者如果有兴趣嘅上嚟讲，系啊，因为呢个平台真系开放嘅，唔系话我讲晒嘅，我唔系教主 ,ok? 如果叫我教主呢，我就希望做到啊，埋完张房㗎咋，至少可屈到啲水啊，大佬。唔使送净系送毒水嚟喎。屈几袋沙蓝俾你。几大三人表系啊，即系有着数啊，唔系我仲要派嘢嗰啲系咪先？对唔对？好啦，咁啊，今日唔谂住咁露，因为今日唔谂住太表得太多嘅，但系一定要讲先，就系、是、唔知 Isaac 有冇遇到有冇试过抽到人显示嗰张图，但系俾只丹迪巴你啊？我就冇遇到，因为我好耐冇入过港版，系嘛？咁我但系我都睇到你嗰边嗰个分页咧，咁啲巴打都群屌。群屌啊！系啊，真系嗱，拖经讲两句，拖经讲两句，嗱，拖经冇嘢发表。嗱，咩事咧？嗱，其实呢件事嘢，我哋好似系上个礼拜系讲噶啦，系嘛？提过啦，提过啦，系提过噶嘛？我哋就系话，有好多巴打佢就系讲紧，我系抽到只迪维斯李维道，跟住入到去就变咗丹迪班啊，空欢喜一场。系啊，冇错。跟住咧，我哋记得好似系上个礼拜开台就话，其实咁样咧系口同鼻拗嘅，系，因为除非你真系抽到嗰下就已经 cap 咗图。跟住即係抽到佢着星星嗰下，就算你 cap 咗图佢都唔会作实㗎啦。冇错，因为你嗰、那个其实嗰张图冇显示到你嘅名㗎嘛，冇显示到你嘅 account 资料嘅，所以其实成件事我上个礼拜都讲咗话口同鼻拗嘅。嗱，咁今日呢就出咗个官方嘅声明，佢就喺好似喺 Facebook 咋，喺 Facebook 度以 inbox 形式 self 同啲玩家讲啦。等我读返台长有冇读啊？
我嗱有兄弟有巴打呢个铺咗上嚟，系啦，冇错，大家睇下 chat room 啊，你字数限制就断咗缆嘅，系嘅，不过大概个内容都喺度嘅，咁就话咧，你好，部分玩家回报在某时段发生抽到高星数球员而之后变成低星数球员的事件，嗯，经日方多次反复验证是服气记录，即系 check 落啦，系啦，玩家真正抽到的确是记录里的球员。即系对落，对落就冇错。对落即系你系你抽到迪维斯嗰个系假象嚟嘅。系啦 ，inbox 收到嗰个先系真嘅。入 inbox 嗰个先。O K， 错佢都唔会认噶啦。系啦系啦，同你话佢有错咩？冇错咩？日方经者线索调查发现是因为断线前扭蛋而偶然发生的问题所致。O K， 即系哦个。即系总有个理由啦，跌落 in low 甩咗啦，即系赖翻你个连线可能有问题啦，甩咗啦，咁你讲下，你又踢断杯面啦，系啦 ，OK， 跟住啦，咁目前已将问题解决，由于调查需时，要大家久等，不好意思，系啦，啊，跟住嗰抽就系、是、诶。要佢所谓嘅赔偿啦吓 ，OK 系啦，呢个字数限制我睇唔到啦。嗱，跟住我就再读啦，我再读啦。咁就其实佢今次成件事就系、是、会赔翻300点嘅 BFB 点数，嗯，同埋三张嘅黄金券嘅，即系四抽。咁即系佢补翻四抽俾你，即系佢当你嗰只真系中咗，即系佢系施舍你咯。即系啊，我当嗱，我假设你中咗算啦，即系嗱，如果我系官方，啊 Isaac 做个 role play 我哋，你向佢投诉，成件事就咁啦，嗱。我你嗱，我中咗，而家我 check lock 咧，就系、是、啊冇问题嘅，你真系抽中丹迪邦啊，咁你话自己抽中迪维斯，咁啊你 up 啫，但我算啦 ，OK， 我作为官方，我宽宏大量，我俾翻一抽你，再加三抽，咁你唔好嘈啦 ，OK 嘛？系、哦，分分钟我四抽都七星、啊，冇四抽中晒，喂，我蚀俾你噶、啊，如果你四抽中咗四只戴维斯，系咪先？我你明唔明啊？阿成唔好再嘈啦 ，OK， 明白吗？嗱，咁我就。嗱，當然啦，我唔係超人啦，我冇辦法幫到大家去爭取啲乜嘢實質利益啦。嗯、但係經過過往咁多集，都能夠將成功爭取呢件事歸咎我哋呢個台嘅話咧，咁我相信官方都有聽嘅。嗯、OK， 嗱，咁我就唔知道發生咩事，因為我自己就真係冇抽嗰段期間，我係冇抽到嘅，我係冇發生呢件事嘅。咁但係有巴打咁反應，我梗係有責任講啦。咁所以我哋一定會支持一人一 post。send 上去官方呢个行动嘅 ，OK， 咁啊 ，so far 我就唔知有几多个真正巴打系发生过，嗱，如果有喺发生喺你身上，而家又听紧呢个台嘅巴打打一啦，你唔好再打九嗰啲啊，你巴啲高登友啊，啲高登巴打啦，劲啊，有巴打嘅呢、这个比喻实在太正，点啊？谂起关心妍攞财奖事件，哦，咁系边个柒咧？系咪先？咁系边个柒？系咪先？嗱，我唔知边个柒啦，系咪先？比喻大正啊！咁嗱，所以咧，其实我哋系绝对支持，我系会支嗱呢个活动我发起嘅，咁我哋首先要戴一戴头盔先 ，OK？ 但系我系绝对支持个运动嘅，即系一人一 post 以相同嘅格式 send 翻去官方，就话俾你听，你咁样我哋系好唔满意嘅。咁但系嗱，但系要我哋要厘清嗰个问题就系话，如果佢真系个 check lock。系咁样嘅话咧，其实真系冇得拗嘅，冇噶，冇得拗，完全冇得拗。即系我哋始终都系我哋理，即系唔好话我哋理亏，但系呢件事系冇证据可言啦。佢基于行会保密嘅条例，佢又唔会话俾你听 check lock， 即系 check 咗 lock 或者个 lock 系点 check 噶啦，你唔使讲，又唔会收份 lock 俾你睇先啦。冇错啦，即系你唔使讲噶呢样嘢，大家明白噶啦。HKTV 发牌嘅话，佢就会话俾你听咯，系啦，即系我只可以咁讲咯。即系期待 HKTV 发牌，咁你咪可以 check 翻你个 lock 咯。OK， 嗱，所以我就真系冇办法帮到大家呢个，但系我会支持，我会响应嘅，所以放心，我会将个 post 置顶，跟住等大家未受影响嘅群众，等大家知道原来发生咗咩事。未受影响群众都帮大家手去声援，咁就可以防止佢再出错咯，咁好嘛？好啊，咁冇，即系我一定会咁支持嘅，咁 Isaac 都会支持嘅，放心。出力啦，尽可能啦，尽可能，起码俾官方知道，即系佢认与唔认都好啦，咁起码都即系知道大家系关心呢件事。冇错，冇错，因为绝对系即系相信。大家系激气嘅，如果嗰刻抽到，系啊，你唔好俾我见到，你唔好俾我见到个样啊！嗱，如果由头到尾抽唔中咧，系咯，系冇问题嘅。你系俾个假希望我咁啊，大佬。系啦，嗱，咁嗱，有巴打指出啦，就系话咧，要 P 由 Facebook 嗱，因为咧，大部分嘅玩家台长，大部分嘅玩家原来咧系经过 Facebook 去 PM 个官方网页咧，佢哋系由 Facebook 嘅 PM 复嘅，系，所以咧就我唔知道呢啲会唔会包括你去。即系 send 信去有一个正同嘅 email 途径
去做呢件事嘅。所以呢我就即係立刻呼吁大家，你哋麻烦你，如果真係有发生喺身上嘅话，你由 PM 都要做email 方式都要做，咁確保佢會知道先啦。係啊，因為而家知道嗱，我哋 talking， 我哋 Ice 證實咗啦，佢間公司得三個人嘅啫嘛，係咪先？所以你 send 佢 email 隨時係冇人覆嘅，因為佢做緊 Facebook 嗰啲啊 ，OK 啊，大家。調翻轉佢又冇人哋咁有能力呢、這個財力物力去整個 forum 或者咩 form， 俾張 form 你填，係咪先？佢要整嘅都整咗啦，要你自己去報。都爭只腳啊！唔係係咧，而家咪咯。如果要而家 Google 咁方便，你用online Google Doc 都整得好靚啦，可以係咪先？佢就係唔夠人。咁我分啦，一同類事件，唔係咁，我同類事件更大鑊，我都試過，即係 update patch 搞彎部機。係實，成日都係會發生噶啦。即係我嗰次試就大鑊，都係我好彩，我冇事啊。係嘛？要官方出 post 出 forum， 要大家報案，跟住賠錢賠剩。係。係啊。唉，真係賠實，即係賠唔知話賠 point 啊。赔实钱啊！赔实钱啊！咁你有冇再玩啊？嗰阵时，我摆低咗啦。摆低咗系咯，但系唔关事，因为我点讲啊？嗰日系忙到甩晒碌，咁冇时间打，系嘛？系就甩咗。O K， 好彩嘅，好彩啦，好彩啦。喂，至少人哋都有诚意话要赔成啦。呢边我望，喂，三百 point 三张券，真系四抽唔中，四抽都系。真系唔知跌啲咩俾你嘅时候，你喊都无谓嘅。唔系讲咗噶啦，我系施舍你噶嘛，而家赔俾你嘅咋，我赔俾你嘅。打打话斋谢子龙啊！系啊，喂，你要明白，喂，你而家系个 lock check 唔到你有嘢啊，你明唔明啊？你屈我豪俾你啊！而家系可能系你哋个连线上有问题，系啦，导致有咁嘅情况发生。我赔俾你仲出声系咪先？唔好讲嘢啲啊嘛，插死你啦成系咪先？而家系咁嘅情况啊嘛，系咪先？嗱咁啊，当然啦，呢个就未必系实际情况啦。咁我哋一定要带好支持嘅活动嘅 ，OK？ 但系出错漏百出啦。杯赛嘅点数又扣多咗啦，系啦，咁呢个佢但系已经赔翻相对嘅体力嘅嗰、那个，系咁就都 OK 啦。即系其实大家睇得出而家个官方好似唔知发生咩事，可能系咪炒咗人啊？三个变两个，系咪换咗胎倾过去啊？其实胎倾今日系咪翻工啊？唔觉得唔怪得啦，即刻唔嚟我哋呢边啦，系咪先？收你左不变咗官方啦，变咗官方 OK， 左派嗰啲啊，左派啊，苏派张相出嚟先，唔系左派咯，直头入中共产党咯。唔系呢个讲笑啫，大家真系唔好误会。OK， 我哋玩下啫。好啦，嗱咁啊，嗱官方嘢继续大家 mon 住嘅，咁啊，我哋即系 update 完啦，香港啲错漏情况 update 完啦，咁我哋就直接我哋。俾阿 Sir 讲讲而家日本嘅 BFV 发生咗咩事先好吗？好，咁啊麻烦台长去图。好，咁啊都 update 下日本资讯啦。咁啊今个礼拜其实我自己都忙住打嗰个列卡特杯啊。不过唉唔好讲啊，啱啱直到而家仲有几个字远，我谂应该都守唔到啦。系嘛？咁啊嗱，首先咧 update 大家之前咧，我有样嘢真系想提大家，衷心嘅。你哋玩日版之前咧，记得慎防。自己点样揀地区呢、个系真系好紧要，我深深体会到。嗯、我就系唔知点解谂起涉谷109嗰啲妹妹好似几靓。揀咗涉谷。系啊，好似叫我斗领剪个发咁入我埋去，我就装咗个地灯号。地灯号。咁我就入咗涉谷区。咁呢喺即其实啲大区譬如东京啊even 有人话北海道札幌都好难打，总之咁大城市，咁大家自己搵啲即係冇咁多人嘅区，即係避下走线啦。因为唔係话驚面对到劲嘅对手，即係我即係有幸啦，寻日如果有睇日版个 post 都知，我咁啱可以赢到一个200 level 㗎啦，偷鸡赢一场。咁、其实即係有得打嘅。但系个问题系最惨，你如果个区多人打咧，你啲杯赛可能啲分组赛咧已经系要爆水打，咁呢个系好紧要咯。你咩区话？你涉谷啊嘛？我系涉谷东京嘅。你涉谷东系咯，东京区基本上都系啲重货金噶啦，重货金人士嘅，都系爆水爆到傻噶啦。嗱，因为我自己香港版啊，香港版我系拣荃湾区嘅，即系我荃湾区嘅就其实系冇咁激烈嘅，每次杯赛都。但系听人讲黄大仙啊、屯沙田嗰啲啊，哇，打到咧，即系初赛要打60场，打足60场嗰啲啊要。系啦，咁就嗱，我而家讲系太迟啦，咁啊未开 game 啦，或者。即系有意可能砍掉重练嗰啲啦，你哋就自己拣区小心啲。系啦，唔系真系要讲咗，真系多谢晒啦，真系多谢晒。好，咁我哋入正题啦。正题啦，好。咁啊，一嚟
就我又代官方送少少嘢俾大家啦。咁其实即系呢个唔系官方嚟嘅，呢、這个都因为佢啱啱今日 post 出嚟嘅，系一个好似类似叫 Soccer King 咁嘅网页啦。咁其实就简单啲嚟讲就系咧，系日本其中一本足球杂志。系啦，咁啊好好啦，咁佢出咗一组曲。咁照好似上次攞黄金券咁，咁一阵我都会再 post 翻嗰条曲出嚟嘅。咁阿台长麻烦可以系啦，其实呢度有组曲嘅，咁啊睇唔切唔紧要，我夜啲 post 出嚟。咁佢奖咩咧？喺呢、這个，等我望一望先。今日开始25号开始至到12月2号，咁你入呢组曲咧会有几多咧？有2000点友情点。咁、即是可以俾你抽到20抽，咁你估物论1、2、3、4、5星啦，咁当你假设一星啦，当你全一星，你买晒都两万啦，咁可能嗰20000你又抽到7星啦。啱嘅，可能又好似香港版咁寓意咧，其实之后整个一星杯咧，大家千祈唔好买住啦，咁啊食人食上去啦。即系所以日本系即系真系多啲呢啲咁嘅 crossover 嘅嘢，冇错冇错，多啲嘢玩，好玩啲啦。二来嗱真嘅，因为一提到 Soccer King 我醒起啦。即系日本几本大嘅做足球杂志都其实好近年好兴噶啦，同呢啲 game 合作搞搞 event 成，即系当年 WCCF 攞啲宣传卡都攞到一沓喺手。系啊，唔系咁你谷到销量啊嘛，真系有人玩啊嘛，系咪先？系咪先？系喂，咁啊继续啦。好，咁继续嚟啦。跟住就哇，万众期待啊！万众期待啊！玩埋 PND 嗰隻啊，好，大家见到啦，神粒系神粒，呢、這个劲过神啊，超绝粒，绝粒，系啦，咁、okay. 有两位球员就喺呢段时间里面就超绝粒嘅，咁就主要系两个啦，一个就系香港港版都有嘅青武，咁香港佢就系三星，香港三星嘅，因为我都冇特别睇过，咁但系喺日本版咧，佢就系因为真实球员嚟嘅，咁所以佢有5星，咁佢亦都类似啊麻美啊。好似麻美咁啊，佢有啲特殊技能噶。咁呢次亦都系佢官方话啦，就最尾一次，即系最尾一次攞噶啦，即系绝版噶啦，攞埋呢次。希望大家即系如果货金嘅话，都即系抽到啦。因为之前我哋都提及过，或者可以再睇翻阿 Lewis 之前啲 YouTube 啦。咁凡系有自己特别技能嘅球员咧，佢系唔系好似一般嗰个 Sivas 咁样计？嗯，冇错。咁佢系有一招，佢一招定三招啊？呢、這个球员佢其实有三招嘅，咁但系因为我都唔系咁清楚佢个技能系咩嚟嘅，即系或者可能要等啲师兄补充翻。一个系往盘球，盘球即系呢个固有技能啦，即系唔系个人技能啦。一个系死角啊，死角，一个死角系啦，跟住咧，嗰个就是。就是个人技能啦，应该佢未必系个人技，但系就唔结即系点讲唔同一般技能名，非一般嘅技能系、即系类似啊田中俊彦可能有招黄金左脚咁，即系呢招可能系佢本身嘅独有技，系啊独有技咯。咁但系系即系中出啦、定还是系扭波呢个未知。冇错嗱，咁啊台长英文系咩啊？即系佢直如果直翻过嚟系乜嘢 ？Lucky 即系 crack 噶嘛嗱，如果以 crack 如果有打 WCCF 会认得。近翻呢几代有组卡叫 crack 噶嘛，就啲中场系冇错，先出波嘅系冇错，冇错，因为我哋都咁嘅概念，所以头先阿台长译嘅时候，我问啦，系佢咪中场嚟噶？佢话系中场，咁大概啦，我哋估计啊，按估计啊，应该会系一啲用嚟出波嘅技，或者系啲神技咧，即系可以一扭十跟住派牌嗰啲咯。你当梦幻啦。系啊，当梦幻，但系佢可以分波，我即系应该会系分波嘅技能嚟嘅，我唔清楚，等我哋再补充啊，即系等我哋日本再补充。三星我真系冇呢招嘅，系一定冇啊。咁亦都讲即系略讲下啦，佢即系起始系332啦个技能，咁同埋佢亦都好似麻痹咁啊，开头已经有35点战术力，咁即系一路加上去，其实个加成好大嘅，呢、这个系。O K， 咁另一只球员啦，万众期待啊啦，玩日版嘅其实可能都俾佢吸引到，咁我哋嘅神之手保方真系保住后方。虽然寻日对皇马就失咗两球啦，咁唔关佢事嘅，有球12码都好似话错半噶嘛。唔系保方本身够12码都麻麻地嘅，咁啊相对弱啲嘅。系够12码真系好鬼弱。O K， 咁啊睇睇保方个技啦。嗱，大家见到 S 字括住咗咧，就真系 special 啦。咁首先讲呢只球员就唔可以做交易嘅。O K， 你抽翻嚟都系自用嘅啫。系啦，咁第二就系讲技能啦。
佢咧系有 level 四，即系香港仲啊已经有咯，都有啲 level 四。系啊，但系冇错，嗰个连尼加，连尼加系啦。咁其实日本咧，都好多球员有 level 四嘅。咁啊，宝方就有 level 四嘅扑救啦，咁亦都有 level 三嘅单刀啦，同埋 level 三嘅 PK。咁其实都系梦幻组合技能嚟嘅。呢个神人嚟噶。咁喺日本里边咧，暂时有三只七星龙。咁最渣呢就係獅子渣少少啦，俾下佢啦。技能爭佢技能唔係全三㗎嘛，香港版都係一樣啦。咁第二嗰隻就係啊簡尼啦，咁個個都想有嘅就係啊寶方啦。咁我都希望即係大家如果係即係貨金區嘅朋友啦，都希望你哋抽到啦。一定要抽到啦。咁抽到記得啊報上名來練高佢，咁啊等大家可以借嚟用下打杯打杯就靠你哋啦。OK， 喂，咁啊起始能力略略讲讲啦。其实学阿 Lewis 话斋咧，因为佢起始四十扑救啊，咁即系都赢你五个 level 噶啦。系一起始一 level 就当已经赢咗五个 level 咁滞噶啦。因为基本上啲狮子起点都好似狮子起身点都系35定36啫嘛。系啊，即系都系好，都系唔会去到35咁高嘅。咁啊，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即系睇翻我哋日本版群组咧，曾经 post 过有个 video 喺 YouTube 都揾到噶。啊，官方好好咁样专登整咗个介绍啊，宝方个 MV 啊，咁样好有型啊，个 MV， 大家睇完可能忍唔住货金抽啊，系嘛？睇完个 MV 啊，睇完 MV， 睇完会跳雪。佢入边咧，其实入边个 MV 咧有个佢有个特别扑球动作噶，但我唔知佢，因为我未用过啦，我亦都。我自己冇啦，咁我唔知佢系咪真系扑波有个特别动作咧？呢个就唔知道，因为我冇拥有过。呢个系咯，如果你哋有抽到嘅就 update 下。好啊，好啊，好啊。Okay、我个 chat room 开始离题啦。咩？你讲完中出之后，系你加藤英，二大加藤英啊，俾托廿四入去。喂，大佬托廿好似唔系射波噶，托廿系吸波啊，我嘅真空吸、啊。我系致命中出啊，致命中出。OK，OK，OK，OK。我哋入翻正题，入翻正题，唔好听到中出同埋麻尾，系啊，大家会系啦，乱谂嘢喺度，整错晒台啊。OK， 继续下张，真系台咗嚟啦。好 ，next 呢个好，咁然后就讲下日本一个大 event， 咁咧就系 Gang Killing。咁其实如果而家大家 log in 只 game 咧，日版咧。咁系呢一个封面啦，咁佢入面有好多嘢玩嘅。首先喺10月16号嘅时候呢，佢有送波衫同埋有送嗰个 logo 啊。咁唔知大家攞唔攞到 ,Lewis 好似攞唔到。冇完全冇。係啦。咁唔紧要嘅，因为佢陆陆续续都有啲 event 嘅。咁首先有呢个 Gang Killing 嘅杯赛打。係啦。十星限定。係啦。咁今次呢就唔係无限星㗎啦，咁佢就60星限定啊。OK， 60星都其实都都争好远嘅，其实点都系争好远嘅。其实某程度上60星嚟讲呢，可能对我哋仲有着数。冇错，你对于唔货金人士其实着数好多㗎。因为我喺涉局嗰边打就咁打外围赛都见到好多爆七星嘅对手啊。咁我諗如果佢限星应该冇俾人 SM 得咁盡嘅。应该理论上系嘅。即当然佢哋喺手应该都有一批。冇就系冇就一定有嘅。既然七星佢都货得起啦，买啲五星咪仲平系咪先其实。或者成手五星呢已经系。咁开到二军嚟同你睇。咁几时打呢就系。好，翻嚟。喂，好，再嚟过。可能头先冇声啊，重新讲多次。咁就由11月1号开始到11月4号嘅。咁亦都系照旧啦 ,60,60,80,100 啦。咁如果 U20 呢都唔使惊冇得打，因为你照可以喺外围赛同你20 level 嘅对手打。係啦，踢咗先。咁但系你出、okay. 即系你出线咗呢个代表战呢，咁你就系对返啲可能超你85啊200 level 嘅对手打。OK， 唔系即系都有得参与下咯。即系保荐入去咁意思啦，系啦，都 OK 嘅，搏一搏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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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住咁有啲咩？我冇睇《Gang Killing》，咁啊，台长你略略介绍下呢只。阿大佳，即系呢个主角队嘅中场，主角队中场新星嚟，因为僆仔啊10几岁啫。系 OK， 被誉为呢个队中嘅新星，呢个主角二号啊。
主角，主角就系领队，嗯，一个前球前球星嘅现领队。O K O K， 咁啊系啦，六星中场啦，咁啊攞到啊攞啦，应该我哋都应该有用嘅，系啦，我都希望有啲香港区师兄帮到手，即系攞到翻嚟啦。我哋知道 Android 即系日本版分开 Android iOS 啦，系啊 ，Android 区嘅啲香港师兄系好犀利，嗯，咁iOS 嗰边我哋暂时追紧上嚟，咁啊 Android 区师兄你哋加油啦。OK， 系啦，嗱咁啊个 chat room 咧，而家就讲紧好多咩射波波啊，咩出术啊嗰啲咁嘅嘢啊。嗱，因为咧无限射，无限射系啦。咁我希望你唔系讲紧嗰啲无限射啦，系咪？但系头先照前文后理咧，好似系有嘢爆嘅。嗱，如果你哋系有嘢爆咧，不妨喺 chat room 度打，或者即刻打个热线，打热线喺个 Facebook 度揾到我啦，就可以爆爆料嘅。爆料热线有20蚊嘅奖金嘅，好冇？OK， 嗱，咁继续啊，继续。好。尾咧呢个就想讲讲，因为咧《Gang Killing》其实本实漫画啦，咁佢23号啱啱出咗咧第29期嘅漫画咧，系啦，咁入边有个巴曲嘅应该，咁呢个要代阿台长去鉴证，咁就因为台长都有机会可以得到呢本书，咁我冇睇开嘛，系啊 ，OK， 咁台长讲讲下先啦，我睇开《Gang Killing》嘅，呢个就话啱啱出嗰期书会有个巴曲。咁你 scan 个 barcode 咧，就会揾到阿王子，嗯，阿詹罗，嗯，啊，咁、嗯、究竟系本书本身印另外印 barcode 啊，定系佢本书嗰份 barcode 就用得咧？咁我过两日买本书就验证下啦。好啊，咁啊，有结果就可能喺 Facebook 系啦，因为到期时我哋嗱，当然啦，如果系个 barcode 系可以互传嘅咧，咁一定系开心 share 就派街噶啦，系啦。咁但系如果唔系嘅话咧，咁但系如果有兴趣嘅巴打咧，我哋尝试下睇下点样搵唔搵到个方法可以一齐买定点样啦。呢、这个就容后我哋之后或者下一集再提。咁可以留意翻，日本版同香港版都会有资料嘅，我都会照 post 过嚟香港版呢边嘅。冇错冇错，所以如果大家对呢本书渴求度系高嘅话咧，台长系会愿意卖个方便咧，就同大家扑翻嚟嘅。咁呢个唔使惊，但系一切有待台长同埋我哋攞到个曲之后验证一下，再从后公布啦，好嘛？系啦，从后公布啦。你放心，我哋一定会公布细节嘅，我哋唔系净系公布结果啊，好冇？咁啊，日本版咧今个星期都咁长下啦。其实本身咧就冇做功课，咁啊咁啱真系有嘢 update 到，有嘢更新，咁啊先可以讲到俾大家听。唔关事嘅，我哋开台开得急啫。OK 嘅 ，OK 嘅。Louis， 你知道 Louis 神行百变噶嘛？咁啊，再一次希望大家抽到宝方啦，我自己都好想抽。大家要货金嘅就要货啦。我觉得既然佢超绝 up 咯，咁你佢货下啦。不过台长讲得好好。喂，如果佢本身机率 1% 嘅话，佢提高到 3% 都系叫合乎超绝 up 嘅理论嘅、哦。冇错啊，系啊，所以我同阿 Louis 都捞过呢行，冇错，知咩事啊？我哋一定知咩事嘅，系啦。所以咧，我就先祝福大家 ，OK？ 咁我洒啲圣水俾你啊。系啦，咁大家一定要抽到，一定要抽到 ，OK？ 捉鬼，捉鬼嗰只 ，OK？ 好啦，咁就嚟啦。喂，嗱，咁啊 ，chat room 度又再次泛起一啲嘅有关外挂训练人嘅一啲嘅爆料啦，好似话喺磁石讨论区睇到嘅，咁就喂麻烦你哋，如果有嘢讲嘅话，有嘢爆不妨喺度爆，因为我哋觉得既然官方冇嘢做嘅话咧，即系官方做唔到，俾啲嘢佢做咯 ，OK？ 嗱，讲笑啫呢个，做咩？但我哋好有兴趣知道发生咩事，因为我系冇留意磁石讨论区啲 post 好嘛？好，咁啊嚟啦，咁啊睇翻我哋标题先，今日我哋下一个标题就系谢鸡肋啦，谢鸡肋啊，系啦，咁啊。谢老师，嗱咁就喺开呢个 post 之前咧，咁就好多朋友 PM 咗我，有啲咧就系啱啱收购咗嘅，有啲咧就系想出货嘅。嗱，咁我唔讲边个啦。Okay? 有巴打提翻发生咩事？系讲咗台长报嚟过嚟啊 ，Jail 逼咗喺 iOS 版，嗯，用某个软件我唔提名啦，咁啊射波波个 point 可以改啊。哦，呢、这个系大家都知道噶啦，系啦，呢、这个大家都知道，你放心，因为呢件事成件事咧，成件事系一早系公布咗系同 Jailbreak 有关噶啦，系咁亦都系用嗰个软件咧，系可以调校到嗰、那个射 point 嗰个时间定系数字嘅，系咁呢个我因为我作为一个玩家，我当然唔希望大家用啦 ，OK， 咁我用咗睇下系咪 work 啦。
我先至再同大家讲嘅，好唔好 ？OK， 但我一定唔会用，因为我部张我部电话装唔到 iOS 7嘅话就用唔到噶啦。iOS 7我系 iOS 7.0， 唔好意思，系未装，装逼到而家。OK， 嗱，咁我讲翻谢拉特先。嗱，谢拉特啊，咁佢而家我哋想睇一睇嗰个技能先，可唔可以啊 ？Isaac 可唔可以补报个技能系咩啊？好，技能首先是远程突击、嗯、大家都好想要的、這個、跟着 level 3 啦，咁致命一击啦，致命中出 level 3，咁另外配合咗一个估佢唔到喎，佢真人有嘅咩？超级头锤三，唉呢、這个嗱、哦，所以讲我净系睇一只老细真人睇咁多年都明显个头锤顶得，其实佢理论上有阵时可以 high 到边顶到嘅，十年火人咯，咁就超级头锤啦，系咪？符合超级头锤啦。喂，但有睇波就知道啦，系啦，你即系我就唔清楚呢只嘢，即系谢拉特佢头锤点样嚟啦。不过大卫碧克都有远射，咁我都吹佢唔涨啦，系咪先？嗱，咁我自己嗱，我想问 Isaac 先。嗱 ，Isaac， 如果当你系无条件得到呢只嘢，唔好理系咩原因啦，你得到谢拉特，你会点用先？我唔会用，我会换走佢。系卖走？为什么呢咁？因为我自己就我都觉得佢系有啲鸡肋嘅。系咁嗱，我唔知你一阵讲咩啦，咁啊，我哋冇夹过呢个，咁我讲先啦，咁啊，我自己嗱，首先嗱，睇佢点数，佢战术力30，嗯，正常啦，咁射门力37，咁、嗯、啊，主要都系偏向玩远射啦，嗯，咁判断30，助攻36，控球36，咁其实佢初始都高啊，285，系咯，咁但系我最唔明系点解佢会有超级头锤咧？即系呢个系一个重点，迷你啊，迷你嘅。咁你话系啦，如果你话我要摆佢打中锋，要攞头锤加成，咁佢又冇死角，嗯，系啦。咁如果我攞佢打逆锋，即系加射门力，咁、嗯、佢又冇头锤加成，系啦，亦都冇控致命一击加成啦。嗯，咁唯独是如果你话三样嘢要食两样嘅，咁我即系摆宫中咯。嗯，咁你摆宫中，你就要取舍佢，就冇咗个超头。咁我得两招，咁就得返个远射同埋得返嗰个致命一击啦。啊啲巴达都话宁愿交控嗰度派波算。係囉。咁你如果嗱讲真，你摆得佢攻中嘅，你加控加射门，咁就玩两招囉，唯有係咁。OK， 呢个系我嘅见解咯。系嗱，咁其实大致上我哋嘅理解系一样嘅。不过咧，我就有个疑问，我想再深入啲去讲嘅就系、是，嗱，咁你知道中场其实有分攻中、防中啊两翼，即系两侧两翼咁样依几个位置噶嘛，系咪先？嗱，咁如果作为一个谢拉特嘅话，作为一个七星嘅球员，嗱，咁我哋唔好用日版啦，日版有太多人可以用啊嘛，系咪先？啊，而家我哋讲紧系可能系港版。港版嘅话，其实而家七星嘅中场咧，其实选择就唔多嘅，因为本身都唔多。OK， 嗱，咁我哋数一数啊嘛，咁、嗯、啊，可能啊沙维，跟住就戴维斯，跟住利维特，跟住耶托利，跟住米高卢特纳，恩尼斯达，跟住就谢拉特啦。OK， 跟住仲有冇？我哋有冇数漏？有数漏嘅朋友，即系巴达打落嚟啊！即系目前嘅七星嚟讲，其实选择你可以奇云基梗，奇云基梗系啦，咁。你谂下，头先我噏得出嘅大部分嘅人系咪觉得好熟面口都系摆喺正中间嘅？系啊，沙维、恩尼斯达、戴维斯、利维特、大波嗰类派波嘅耶托利、全部都系一系就万能全能老冠中场上下走晒直线嘅、只有有好少好似米高卢独立或者奇云基梗系可以打两边嘅啫嘛，客串打两边啊嘛。嗱，咁我哋就要了解啦。咁我哋作为一个嘅领队，我哋梗系希望。嗰、那个中场系放喺一个绝对有利嘅位置㗎啦、嗯。即系如果系唔得嘅先至希望佢一鸡两尾拍串唔同位置㗎嘛。係、嗯、啦。咁好似利维特咁样，我啲技能系可以食晒前中后三路嘅，因为佢有死角射球啊等等嗰啲成㗎嘛。咁如果作为领导呢啲咪好用囉，系咪摆前又得，中又得，后又得。好似戴维斯咁样，戴维斯至少有致命一击同埋反恐抢劫。系咪先？沙维都系，系咪？咁、我摆前少少又得，后少少又得。咁当然摆两已经废咗啦，佢冇用啦。但系个问题就系我有得喐啊嘛。嗯，即系至少我摆正中间嘅时候，喂，我致命同反恐都有呢样嘢系必备嘅。作为一个正中场，
如果你唔系，你点集人啫？系咪先？第一件事集唔到人，你派都派都集唔到人啦。咁即系咪又有人全部揾人帮手咯？集唔到啊，避中出噶啦。系啦，你中出人即系斗中出，即系斗斗中出，我哋系咪先？咁唔中出几多次啊？大家能力有限啊嘛，系咪先？一晚系咪？对唔对？嗱，咁所以你知道，其实我哋希望喺有限嘅情况之下，其实中场希望梗系客串多啲位置啦。但系头先阿成讲得好啱啊，呢只咁嘅谢拉特，我点解叫佢谢鸡肋咧？就系、是。佢原来佢系摆边个位呢都系攞唔晒加成喎。嗯，系啊，系啊，错。你唔通你超级唔通你中意超级头锤你就摆摆去最前锋咩都得嗱，你摆去最正前锋 striker， 你咪攞到射门同埋头锤咯。系、啊，咁你就要放弃咗冇控咯，冇控噶咯噃，系咪先？咁我嘅你摆中后场，中后场又仲大镬，系咪先？得翻一招啫、嗯，就系、是、得控得控制力。控球力系控球力系咪先？你打两边，你打两边计，你打左翼或者右翼嘅话，咁最多可能俾你少少射门力，再加大大嘅控制力啊嘛。所以其实喺技能配搭上面咧，就真系完全系一个好要局限你三选二嘅，总要扣一招。冇错啦，咁如果话喺咁麻烦嘅情况之下，咁当然啦，我哋嘅排我哋嘅比例系咁比㗎嘛。首先就比点数先。好嘅跟住就再比技能㗎嘛。咁永远都系齐三技嘅一定好过齐两技㗎。即系你问我呢我一定会揀谢拉特都多过揀沙维嘅。因为得沙维得两技㗎嘛。系。但系沙维嘅技好用过佢㗎嘛。沙维用得晒嘛。用得晒嘛你明唔明白所以就变相又系嗰啲图表派啦。喂究竟你鍾意三技定两技啊嗰啲嘅成囉。但系 Lewis 嚟讲呢就绝对唔会赞成大家建议大家去买呢只咁嘅嘢嘅。除非你系抽到。抽到就好似阿成咁，我会放咗佢咯。嗱，呢个就系啦，两我唔同意见啦。我就如果譬如我有沙维同谢拉特咧，无论真人同喺 game 度，我都系拣沙维。嗯，因为点解咧？理论上系拣三个技嘅。嗯，但系最惨就系阿谢四咧，佢就系个超头。系啊，根本都冇用废咗。咁即系我唔排除佢间唔中可能会上去顶嘅。嗯，系啦。咁但系如果我当佢两技对两技咧，咁我点都拣沙维。因为沙维初始我冇记错佢42控嘅，虽然佢防低，但系你譬如打双防中，大家都应该知啊。我自己会系啦，两只防，咁一只我就爆控先嘅，一只就爆防。咁沙维咧，其实佢因为尤其是佢战术力又有35点啦，佢基本上去到大概30 level 左右，我唔记得啦，好快过100控。咁之前 Lewis 都讲过啦。凡系你个技能点，即系你加埋有100咧，过百系会特别容易。出到噶嘛，嗯、即系出技出技机会爆咁、嗯、虽然沙维佢系净系得份用抢截同埋嗰个致命一击啦，咁但系如果真系要二拣一，我就喺呢个 situation 我拣沙维咯。咁系咯，我十分同意。同埋咁睇会好简啲咧，你有前有后。系啊，好用啲啦、啊。所以其实而家谢拉特嗱，而家睇翻边个位。睇返好多个位置啦、嗯、其实佢都系用唔尽到啲点数或者加成嘅。咁就要靠咩呢就系、是、靠满成型啦、嗯。就系、是、靠你升 level, 自己加上去啦。OK? 嗱你问我好简单咋嘛。嗱我当佢摆翼好未、嗯、我当摆翼我系加射门力嘅好未咁你都要加其他点数㗎唔通你虽然80 level 升上去你有成90点用啫唔通你下下加爆200射门力咩即係孤注一掷㗎喎。嗰20点落晒射门力都系120几啫。咁你加成你加埋成咗我当你85好未 ,86 好未咁你系咪80 level 孤注一掷先咁呢个要呢个自己衡量。喂如果咁加法可能你真系揀啲什么。你揀啲四星加爆咁落嚟啊咪先。艾斯派拿系啦，嗰啲用会好，即系有远射嗰啲，你反正你都系攞出嚟，都系交射对面噶啦，射爆个笼先啫。即系我都对过对人哋打三前锋，即系可能呢度好多巴打都应该系噶啦。咁啊，尤其是香港更加热门人选啦，佢啊两边翼咁啊，一只斯洛利，另一边巴神，中间整咗巴迪高，咁啊三射你就真系明白啦，咁啊真系三射啦，咁啊真系三射啦，够射直头啊，咁啊即系唔同战略嘅，咁亦都都提过，咁啊唔系真系佢下下都射嘅，佢、你加佢射门力，佢只系大机会啲发动啫、啊，其实佢亦都要计翻可能对面啲防守力啊各样啦呢啲，凑够数，扣完都够数先会射啊，起码都系啊，系啦、啊，所以谢拉特呢件事我就会讲明到谢鸡肋啦，因为真系唔够鸡肋，真系够鸡肋，佢真系好鸡肋，你明嘛？咁你抽到嘅你会开心嘅，因为无论佢系。
佢现役球员啦，佢又七星啦，佢点数又高啦，系咪？咁但系全部摆错位咁样，咁有少少奇怪啦。咁冇错啊。咁其实我觉得嗰个超级头锤应该系会变做致命回旋二嘅，唔系 split level four 嘅，即系呢个单刀环拳，系单刀环系咧，拍得住勾啊两个单刀环拳，我觉得呢个真系认真。都补充下啦，咁啊俾大家即系多个支持啦。喺日本嚟讲咧，谢拉特嗰个人气咧，OK 嘅，即系佢未到最贵嗰种中场，咁但系佢亦都唔系话好平嘅，咁啊大概大概80至100支水左右，呢个就见仁见智啦。我有我就即放啊，我80都放80都晒啦，系即系放咗先讲。喂，大佬你沙维嗰啲可能佢一半数咁上下啊，但系你谂下、你系咪前你系咪咁前排收咗个吉田啊？我系啊，啱啱寻日咯，喺呢度都啊多谢啲巴打帮手，真系寻日真系抽水。你埋尾你埋尾收几只啊？收几多？收咗几多支？嗱，我麻尾其实就都贵嘅，因为日本版嗰边咧好早絕咗版噶啦。咁亦都佢哋玩咗成年啦，佢哋绝对知道啊麻尾系唔跟个 Slipper 去温嘅。咁所以即系佢好似嗰啲特殊人员咁噶啦。系嘛？咁啊特殊角色咁。所以你当咗七星计噶。我牺牲只七星，我都要换只麻尾翻嚟。你收咗几多支水？我要成九我埋单，我有个打个折80支水，80支训练水加10支体力水，咁有师即系当中有啲师兄都劝我嘅，喂得唔得啊？喂你80支水收只五星，我自己觉得 OK 合理，系嘛？但系谢拉特几多支水啊？谢拉特差唔多，一定贵过吉田，吉田噶系嘛？系，即系当亚湾100度啦，100度啦，系嘛？但谢拉特七星喎。系啊，但吉田五星啫，系啊，所以你知道咧，其实我哋唔系话要抛个市场价格出嚟，即系唔系泰尼45嗰啲咧，但系我哋要话俾你大约咯 ，roughly， roughly 大概你要知道，其实日本行咗咁耐啦，佢哋个价格系一定比我哋稳定啲嘅，系同埋有理据啲嘅，系啊，咁我哋都好推崇麻尾只嘢嘅，就系、是、希望大家了解到，系啊，咁既然大家都见俾100支水。可能去换谢拉特嘅时候咧，我就真系觉得建议大家啊，不如80支、90支收个吉田会用，唔系咁容易话收就收嘅。系而家仲未有，未必有添啊。我睇翻咧，点解我即时咁紧张，即刻扑水都要收咧？因为其实讲紧阿吉田咧，我睇翻追溯翻，因为喺个 Apps 度打个球可以 search 到嘛。近呢两个月其实得几个人放，即系唔系咁多人。唔系咁多人放出嚟嘅，系嘛？系啊，即系头少，系啊，我情愿可能真系要，情愿牺牲。所以讲，即系讲咗咁多集，呢个麻尾咁劲，喂，有得有都唔放啦。佢前排咪咯，阿 Talking 佢咪用咗巴蒂高换咗麻尾翻嚟咯，有都唔换俾嗰个，佢以为自己赚咗，系咪？其实系蚀着，五星底七星面，咪咯，五星底七星面嚟噶。OK， 跟住阿石，跟住咧，跟住你。吉田大家应该都知噶啦，知噶啦，李敏嗰啲唔讲啦，唔讲噶啦，唔使讲住啦，因为其实发动率，大家知咩事啦？讲咗咁多集都唔知，咁冇办法啦，系咪先？我哋已经走啦，唔该，唔系啦，录咁多集，因为我寻日其实真系都系恍如大悟，我初头都唔知，我啱啱收咗翻嚟都惊加错点，原来问翻啲人先知，哦，原来佢嗰招吉田头锤，主要原来佢发动系计敏。系啊，佢系计抢点噶，计抢点。系啊，咁所以嗱，呢个我哋开个 topic 再讲啦，因为再讲，唔系因为点解咧？因为其实技能嗱，而家有个说法，咁就系讲紧技能系对应嘅，要对应位置嘅，即系简单啲讲啦，唔好讲咁复杂啦。我有致命中出，OK， 咁我要中场，我要集你咧。我就算我加到嗱，而家个说法系咁噶，我就算系加到140防咧，原来都系未必有用噶。所以大家会见到点解有人先发动咗技能呢，上面个数值系负呢，佢会照入波。因为讲緊系咩呢，就系讲緊原来去到好后期呢，原来唔系数值互减㗎喎。系讲緊技能对应囉。譬如话致命中出系对应奋勇抢截嘅。所以如果你个防中呢系冇奋勇抢截嘅话呢，你就系、是、负数都被中出嘅。你负数都会被中出嘅。因为你发动。腿张开嗰只。腿张开 ,peace mind the gap between the leg 嗰啲呢。明白所以呢就讲緊哦，原来日本系一直讲緊呢个说法嘅，就话要技能对应嘅。如果唔系呢，你谢拉特有中出，你对住你个派路
我当你派卢加到100嘅防守力好未？咁、都系原来都系唔会集到佢冇分用场，佢冇分用场，或者可能佢 level 低。冇错系咁意思啦。所以咧嗱，呢、个我哋未证实噶，呢、个未证实，未证实噶。只不过我哋已经系收到，同埋已经系听过好多日本嘅玩家，无论系 blogger 又好，讨论区又好，都会讲过呢件事咯。我哋会派台长去继续佢翻嚟工作噶啦。咁佢就会同我哋做一个完美嘅人肉搜寻器去整返啲报告俾我哋睇下。咁啊呢个拭目以待啦。咁呢个我哋会专开个 topic 讲嘅。好，咁啊今日唔浪费大家太多时间，因为呢有好多个巴打投诉啦，经过两集露表之后呢，佢话我咪讲返啲阵型啊。咁於是呢就有今日呢集嘅。最后我哋讲讲嗰个阵。好，就係3-3-2-4-1。嗱咁大家都覺得而家4231或者4123係大行其道㗎嘛。咁我就專登講一個比較少人提到，但我發覺都係好多人用緊嘅一啲嘅東西。咁就係呢個嘅3241啦，係咪？係3241。係啦，咁我哋由我哋 Lewis 呢咁就做咗好多嘅論證啦，兩個論點啦，咁我希望可以一一同大家分享一下啦。好，台长，咁我哋去大图去咗啦。咁就首先要知道，我唔知大家有冇用到，因为你要开 S 阵呢，呢啲系最后嘅阵法嚟嘅，即系你要轮住开嘅话呢，系最后嗰个训练先做到嘅咩？呢个 A 阵好似系呢个 A 阵嘛，系冇错，所以一定要系未到 S 嘅。我知道，呢个系一定要你要训练 S 阵嘅话，你一定要所有 A 阵系啊，都系要开晒先得噶嘛。呢个系最后一个要开嘅，我记得好似系。系啊，最后一个 A 嚟。咁咧，咁就会系点咧？嗱，而家呢个阵咧，我系 Lewis 专登排出嚟嘅。嗱，咁啊，大家睇下我呢个咩阵。嗱，咁我系咁以讲讲我嘅人物啦。OK， 人脚。人系讲讲脚先啦，嗱，我系排咗乜嘢呢？巴迪高摆单箭头啦，跟住朗癫同尼马摆喺两边嘅，泰路雷哥摆喺攻中啦，林伯特加伯兰斯咧就系摆防中嘅，拉莫斯、大卫雷斯同埋呢个吉田麻也咧就系摆正中嘅，好啦，咁我点解要咁？我哋首先要分析呢个阵先，嗱，呢个阵Isaac 就咁睇嘅话，你觉得佢系会一个系点样嘅阵先？嗱，呢个阵咧，其实嚟讲咧，即系361啦，大家见到361啦。咁其实佢就系、是、理据上啦，佢系叫平衡型嘅。咁佢就三只后防都系 CB 啦，就主要都系头场同中间啦，系中间啦。咁啊，两只防中，两只攻中，咁同埋两只我哋叫做边中啊 ，SH 系啦。咁啊，另外一个就 striker 啦。咁啊，平衡型啦，都几平衡嘅。聚咗喺中间度咧，主要佢会系聚咗中间系嘛？聚喺中间度。嗱，咁咧，其实而家呢个阵式咧，其实佢面对住一个问题，其实所有呢一类型嘅阵式都系面对住一个问题，就系、是、香港唔够中场嘅啫。系，冇错。咁我哋成日都讲 ，talking 喺度讲，我哋就话唔系因为你哋用得唔好，而系因为香港唔够人拣啫。系啦，系啦，所有领队都系有责任揾出对应自己球员最好嘅阵式嘅。咁如果你硬要摆一啲唔啱嘅人呢，冇问题嘅，只不过係发挥唔到佢一啲嘅最好嘅功效啫。OK， 嗱，咁所以目前呢暂时对应得最多嘅球员呢係4231或者4123或者433呢三锋阵嘅。嗱，咁我点解咁讲呢？嗱，首先你要知道我有理据嘅，放心，我唔系狗噏嘅，我唔系狗样 ,OK。睇唔知要讲咩狗样系嘛？睇下多啲留下政治啊，唔该。OK， 首先我哋下一张图睇阿台长帮我揿咗先。派路，首先派路，嗱派路头先系摆攻中噶嘛，嗱所以大家可以睇下佢右边加成嘅数字，嗱咁你见到系精神力加成啦，控球力加成啦，同埋助攻力加成嘅，嗱咁呢个系判都有嘅，咁你要知道其实佢系对应咗大部分佢所有嘅技能嘅，特别系致命一击啦，因为致命一击佢加成同埋控球加成系最大嘅，摆攻中呢个位，咁呢个大家都唔会怀疑啦，因为攻中一定会大家都会有用过噶嘛，嗱咁所以话如果要派路摆呢个位咧，至少可以对应到两招嘅。咁呢个都还合理 ,ok? 嗱，但係呢个有少少鸡肋，因为佢有嗰个远程突击啊，呢个之后再讲啊，我哋下一张。呢、这个主要系因为局限咗香港小球员拣啫。冇错。係囉，即係始终佢都系食到嗰个致命同埋嗰个精准。冇错。好啦，跟住我哋去到下一隻就系朗癫啦。嗱，我朗癫我系自己有用嘅，因为我觉得朗癫真系太好用。嗱，咁我系头先睇返你如果台长睇返我哋嗰张阵法图。嗱，朗癫系朗癫同埋利马系摆两边噶嘛，即系摆系 SH 个位置噶嘛。咁我哋再睇睇朗癫个加成啦。嗱，朗癫个加成咧，
就是首先是敏捷力啦，跟住控球力、敏判撞同埋判断力嘅。嗱，咁其实你可以睇翻佢啲，佢一堆嘅加成咧，系对应翻佢自己技能嘅。嗱，见到嗱，无论系敏捷力啊，黄金力对黄金判球啦，系咪？咁黄金判球同时系受到控制力，唔系制空力，唔系控球力同埋判断力嘅影响噶嘛。咁、大家都知道啦，唔多讲啦。咁梦幻射球又系被不确定嘅系敏啊嘛，但系佢有控球力同埋判断力系会有加成噶嘛。咁死角射球唔使讲啦，就一定系判断力啦，系咪？所以你见到我当朗拿甸奴摆呢个位嘅时候咧，佢对应技能系加成得到嘅。咁呢个冇错，咁呢个盲都知系好事啦，系咪先？一定系攞晒加成系最好噶嘛，系咪？当然啦。但系好啦，我哋揿揿尼玛嗰张图啊。尼玛，睇下先呢张句。系啦，嗱，呢个咧就系一个专登摆呢个位俾大家话俾大家听系发生咩事嘅。系。嗱，你要知道其实成个阵式除咗巴迪高嗰、那个。striker 位系有射门加成之外咧，其实成个阵系冇对应远程突击呢个技能嘅，系嘛？你见到派路佢有噶，但佢冇加成嘅，因为宫中冇呢样嘢噶嘛。嗱，咁本身尼玛系打四二一三嘅时候咧，佢打两只侧锋嘅时候咧，系能够有加成噶嘛。所以当我用到呢个阵嘅时候咧，基本上所有远程突击除咗你正中嗰只之外咧，其他基本上都报废噶啦。嗱，咁呢个系违背咗，即系台长呢、这个系违背咗暂时而家人收购嘅原理噶嘛。系啊，我个个都要巴神，我个个都要射落嚟，点解啫？就贪佢有得射啊嘛，我要碧咸就贪佢射得出啊嘛，你明唔明啊？咁如果用到呢个阵咧，哇，得一隻前正前锋有加成嘅话咧，喂，咁啊即系违背咗大家个收购原则咯。哇，咁我冇错，好似 Isaac 咁，嗱，你手头上有射落嚟啦，有巴神啦，有巴迪高啦，我当你俾埋只李华到你啦，系，你四全部霸晒 level 嘅，你只可以拣一隻用，系。单箭头，仲要你系摆箭头，摆箭头、啊，仲要你讲紧嗱，你摆得箭头，尤其是你单箭头，你一定要超级头锤，即基本上啦，我会拣就有超级头锤啦，因为你两边放入去噶啦嘛，系啊，咁你变咗你仲要取舍，知唔知道？冇错啊，所以你就要知道，其实呢个阵唔常用，唔常见咧，唔系因为佢，第一因为球员问题啦，第二因为系违背咗大家而家收购原则。因为 talking 同埋我都成日提啦，而家啲队系吸出嚟噶嘛，队队都派路噶嘛，队队都系嗰啲人噶嘛，系啦、啊，所以你话如果大部分嘅人系跟住呢个 trend 去做嘅时候，呢啲就咪用唔着咯，系咪？嗱，咁好似尼玛咁呢，嗱我哋加咗，你见到 Lewis 加点啦，系敏捷力再加判断力，咁样加两范嘅啫嘛。咁我理论上啊，我希望梗系用发挥都系三个技能啦，系咪？咁而家射门力冇加成嘅，咁我点解要用你咧？系咪先？嗱，呢个系其一，好，跟住我哋过下一张。边个？先巴啦，好 ，OK， 巴迪高。嗱，巴迪高咧就系唯一一个咧，我觉得叫做可以兼顾到远程突击嘅正前锋啦。因为其实正前锋唔系好多个有正远程突击嘅啫嘛。嗱，你谂下，如果你要打呢个阵嘅话，我哋睇翻阵法图啊。嗱，打呢个阵嘅话，其实正前锋佢而家呢个位置嘅作用就好似 Isaac 咁啦。其实基本上同远射系冇关系嘅，如果你以呢个阵去讲，勾顶嘅啫，冇错，唔系佢勾射，系佢勾顶呢个位置，你明唔明啊？其实呢个位佢主要系一系就两边落底斩啦，总之所有一系就中间就致命中出咯，系冇错，系啦。咁但系致命中出嘅话，如果我系打四一三嘅话，其实我有两个偏锋帮手加判断力，系可以致命中出佢噶嘛，系嘛，冇错。所以但系你谂下，我有当我四只中场嘅时候，甚至唔系四只，有六只啦，系咪？系。咁你要知道，其实摆巴迪哥喺前面嘅话，其实我系要佢啲乜嘢先？要佢勾顶啊嘛，要射啊嘛，我要佢勾顶，我唔系我勾顶同射一样嘅，要佢入波系咪？佢勾顶系一定要发动到啊嘛。如果唔系你中场加咁多助攻力做咩啫？系啊，因为波喂埋佢都用唔到嘅时候。冇错，当你喂入去佢，你下下车埋佢嘅时候，原来佢都追唔到嘅。咁你点咧？所以咧，其实呢个阵把巴迪高咧，我觉得自己啊，只觉得既然用得呢个阵啦，不如放弃远射。系。直情系点咧？头锤。头判头敏。头判顶爆佢。顶爆佢。系啊。何况本身加成细啊嘛，系啊，你要知道本身阿巴力高加成都唔大啦。本身其实正前锋嗰个射门力，因为你点到57佢先加到14啫。系啊，其实如果你射门力本身冇咁高咧，佢加成冇咁多添。系啊，即系其实呢只 game 嗰个射门力，即系嗰个加成系偏少嘅。无论你打逆锋或者前锋，咩位都系加得唔多。
所以就索性不如取舍就放弃咗佢。我可能我会摆维亚咯。系啊，维亚摆杜巴咯。如果出星嘅话，我咪打啲真系正前锋嘅技能咯。系啦，我射我如果好似阿 Sir 咁讲，我致命一击，我又多个人加判断力，系咪？系啊，我勾顶嘅，我又有啲勾顶嘅技能喺度，咁所以当你用到咁多中场嘅时候咧，其实我哋一定要解决嘅问题就是我哋有一个好强劲嘅头槌攻中喺度，你唔咁先至唔会浪费咗，唔浪费咗嗰啲嘅你加咁多助攻力嘅嗰个嘢啦。咁阿 Sir 上一集讲过，其实咧致命一击同埋精准射球咧，其实喺日本版咧，基本上系所有贵价嘅中场必备技能嘅。其实就系因为呢啲阵式系有用啊嘛。系啊，其实我都想补充少少，阿台长可唔可以去一去个阵法图？咁啱啊 ，Lewis 讲开，嗱，大家留意咧，而家见到呢个3241呢个阵啦，其实就系、是、好、多即系啲货金砌出嚟3223嗰个 feel， 咁但系平时就系有两只逆风嘅，而家嗰两只逆风咧就斗咗落嚟做呢个叫边中位，咁嗱，如果你用呢个阵嘅加成咧，喺我日本我见到有日本玩家系会用呢个阵嘅，咁我得出嘅经验就系、是、咧，首先唔使讲啦，佢嗰六只中场一定好劲抽啦，系啦、啊，但系反而咧，其实佢依赖得最劲咧，你一定要有一只，头先阿 Lewis 讲嘅。就是你要一隻好强的中锋，那隻中锋是要头顶又得，脚踢又得，因为这个阵式呢，当然啦，中场会上去帮手的，是没错，但是主要都是刚才讲啦，一是就在中间给致命一击给他啦，一是呢就是两边那个边中啊会沉底斩出来。咁其实两总之都是靠位波啦，咁其实两边的边中呢，头先讲翻嗰个加成咧，主要就系佢会加好多控啦、敏啦，同埋助啦。咁阿 Lewis 都提过啦，因为基于香港你局限咗嗰个中场组合唔多啦。咁其实喺日本咧，有好多一啲中场选手，孤物论七星又好，六星又好，咁系有一个精准传球、致命一击嘅配搭，冇错，甚至乎加埋黄金盘球。咁所以咧呢、這个位咧，亦都系我上次讲过，强烈可以建议俾有钱嘅可以用米高卢德啦，冇钱嘅退而求其次，改咗名嗰只叫基尼夫斯嚟，以前基尼夫斯，基尼夫斯啦，咁佢就真系可以食晒啦。呢、這个位其实呢一个阵型咧，就系专登俾呢一个位去食加成嘅、因为佢变咗扭又得，致命一击又得，俾又得。系啦，沉底斩波又得，冇错。咁记住啊，喺日本嗰边咧，沉底斩波系有彩虹，系、会有加成。我唔记得港版有冇啦。港版呢个 version 未有，应该按照以前做 online game 原则，应该去 patch 1.2 patch 1.3 就会有噶啦。咁啊，所以即系记住，如果呢个阵就可能喺香港而家暂时难用少少，冇错，都系局限，因为你六只中场咁，如果你系玩七星阵嘅，你斗边六只七星落去咧，即系都有嘅，都有嘅，系啦，咁啊斗到嘅心照啦，尽力啦，即系我哋会不断即系都研究下唔同阵嘅、一定会噶，因为都睇到好多巴打话啲阵式研究有兴趣啊，咁我哋尽量啦，一齐研究下咯，可以一定嘅分享啊。嗱，咁啊继续讲埋我哋余下嘅阵式啦，咁就系、是。仲有只林伯同埋阿巴兰斯噶嘛，系咪？系啊，咁啊睇埋张图先啦。林伯，嗱，咁林伯摆房中就唔使讲噶啦，系咪先？嗱，咁点解我会摆只巴兰斯喺度咧？嗱，大家睇睇，大家睇睇，大家睇巴兰斯，佢系打房中，系呢、這个 okay, 我呢个就摆房中嘅。嗱，巴兰斯见到佢48嘅防守力，佢加22嘅加成嘅防守力，见到大家，大家睇到啦嘛。跟住我哋睇睇林伯啊，林伯。系啦，31-16，但系31-16，所以你见到其实房中咧，佢个数字咧，永远都系最大嘅，一定系最大嘅，其次先系讲紧嘅控制力、制空力，唔系系咪就是、就唔系控球控球力，系啦。咁如果嗱，我哋实估物论，我哋唔系要讨论技能对应加成啦。咁但系如果房中摆喺呢度嘅位置咧，其实如果你系纯粹想攞。佢嗰个技能或者纯粹系攞防中嗰个有效嗰个防守力咧，你摆个后卫都得嘅，一定得嘅。系啊，甚至乎一定得嘅。系啊，有巴打研究过，我都睇过，迪西里啊都可以顶上去打防中，甚至乎好多选择，范兰迪堡啊各样。冇错，主要佢系要有好似 Lewis 嗰只巴兰斯咁啦，佢一定要有一个奋勇拦截。
冇错。咁其余就你自己赖啦。系啦，系啦。因为由于点解阿 Lewis 佢会摆白兰斯咧？咁主要系因为我见佢都系爆防落去啦。咁你个快速解围都可以食。因为得十二 level 嘛。因为我仲未升，我仲未升。因为佢其实你单加防技喺佢而家呢只人里面已经食到食晒呢两招咧。冇错啦，冇错。咁啊，一鸡两尾啦。一鸡两尾系啊。嗱，所以我就话俾你听，其实点解要林柏特配白兰斯咧？其实因为当你好似有限度货金，好似 Lewis 呢咁嘅人咧，咁你就知道你冇可能喺好短时间会有只沙维、迪维、戴维斯咁样噶嘛，系咪先？咁你抽到你好彩咯，系咪？咁所以你话当你冇得选择嘅时候点咧？嗱，我所以于是就林柏特加白兰斯啦。咁就话俾你听咧，林柏特就可以好专注咁样，好似阿 Isaac 咁讲啦，好专注咁加控，系啦 ，OK， 控加传系啦。专注攻击技中出，系啦，系啦。咁但系本身林柏特佢系有份用噶嘛，系本身都有嘅。所以咧，当如果白兰斯佢断气，佢都帮到手，佢系帮到手嘅，系啦，系咪啊？咁当然啦，睇翻白兰斯嗰张图就知啦。白兰斯咁就完全系一个防啦，完全系一个防啦，爆防，系啦，或者加翻少战术力俾佢，冇错啦 ，OK 噶啦。嗱，咁因为其实你要睇翻呢个阵式系点搞，台长我哋揿翻阵式嗰张图，你要知道其实六只人里面六个中场其实全部都有加控噶嘛。冇错，系全部都有加控嘅，所以如果你中场嗰两只防中嗰两只，你个防守力唔够高嘅话咧，你基本上系废咗噶呢两呢个位，即系中防中出集中出嗰个位系废咗噶。同埋你重点，你得三后卫咧，如果你唔摆两只即系防中专注多少防咧，你会搞到即系上下即系都唔系咁，即系你手又唔够劲。攻你又抢，可能就防中抢咗嚟派牌，冇错冇错，未必有意思咯。系啊，所以我就系强烈建议呢、這个阵咧，其实唔系唔好用嘅。你要知道，如果大家系抢控嗰一派嘅话咧，你防中一定要至少，如果你冇一只完美嘅防中嘅话，你好似我老实咁摆一只白兰斯落去咯。你摆一只有份用抢值嘅落去，点都好，人哋中出嘅时候你都可以防一防啊嘛。你武器一回事啊。甚至乎即系有啲巴打我见咧，放埋啲有精神压迫嘅。曾经有喺日本见到有啲因为未经证实啊，我见过有啲房中佢系加好多精神俾佢，系我谂日本玩家可能佢哋我因为我真系唔知个未研究到，睇下大家会唔会啦，因为我都有个朋友啊，有只桑字，主要佢可能加落去精神度，佢务求就系扯爆你啲人啲气咯，冇错，系啦，就系扯爆你。嗱，头先阿巴仔都提到啦，咁啊 Talking 都显灵会讲一讲啦，咁就系讲咩咧？就系咧，就系头先你讲嘅话，其实粉用抢刺或者防守技能咧，系关削弱体力士嘅。系，原来系咁，嗱，唔系原来系咁，系咁提到，嗯，就话即系好似台长，你出任何技都会有体力嘅削弱啦，系咪？咁但系讲紧原来你有防对应防守技能咧，系会再减你嘅体力多啲嘅。嗱，唔知道。啱啱有阿汤经报梦话俾我听嘅，见到大家，见到佢讲两句，汤经讲两句，系啦，咁就所以你知道就系咁样样嘅。嗱，咁呢个议题我哋就会继续研究落去啦。啊，但系对于3-4-3-2-1-4-1，大家有冇咩疑问先？台长有冇问题啊？头先关于头先个阵噶阵就好似唔觉，因为应该都少人用啊，我相信少人用，少人用，好少人用，好少你摆得到六中场。唔系货金嘅人士，或者系咯，或者你好似我咁话斋咧，你揾啲本身可能 F 得嘅，你褪翻落去打咯，褪啲啱位打咯，唯有系。明白嘅，嗱，所以系啦，咁嗱，如果冇嘅话咧，咁我哋进入Q&A 时间啦 ，OK， 嗱，咁首先我 round 一次先，嗱，头先无论系巴打讲嘅七星变三星嘅事件啦，佢有咩任何官方出错啦，我哋一定会尽全力去跟进嘅，你放心，我哋希望作为一个普通嘅玩家，希望可以帮到大家啦 ，OK 先，好，台长拣啲问题答答你，望下冇先。因为大家今日比较静啊，大家，因为我唔秒啊嘛，系咪先？我不过我秒啲人，我秒个集数多啲人睇嘅，系咧，系咯。不过我哋秒都有道理嘅，系咪先？喂，翻转头啊，翻转头问下麻尾加乜好？嗱，好，其实头先 Isaac 咧讲咗一个好好嘅 point 嘅，咁既然有时间，我哋答答啦。好，你讲你个理论听听先。以我所知咧，麻尾咧其实就佢。起始嗰个战术力系35啦，呢、个都唔需要可能一开头特别加落去㗎啦。咁最尾可能你点几点落去啦、玩加成。咁嗱麻尾佢三招系吉田头锤啦，另外嗰招系吉田拦截。吉田解围。解围。另外嗰招就系、
唔记得咗，唔记得咗啦。喂，大家巴打打打出嚟啦。Anyway 啦，咁主要就系话，如果加佢咧，我自己会重点摆落防先。点解我唔摆制空咧？可能你会好出奇。咁因为原来啊，我哋 find out 到就系话佢嗰个头锤技能，盲尾头锤系啦，盲尾头锤，佢唔系定点即角球，佢会可以跳高顶入超级头锤嗰一只嚟嘅。佢系你如果你有用，你就会发现佢系两边。出波，出波，佢就有一招系啦。佢其实咧喺日本版里边咧有一只球员同佢一样系壁机，咁壁机咧就配合埋有呢个蝶马助攻啊，咁先会咁样鼠埋嚟顶嘅。即使迪西利都会系啦，迪西利都有嘅呢、這个组合，即系超级头锤拉呢、這个蝶马助攻先做到啊。咁但系咧麻尾系隐藏咗呢招技，即系某程度上系啦，麻尾头锤已经系包含住呢两样嘢。咁变咗就係话佢触发佢呢个技主要嘅重点系敏捷係啦。咁所以我见到日本有啲 player, 可能佢主力始终后防啦都会加防先嘅。咁就再摆啲敏俾佢啦。甚至乎有啲呢个我直都未证实会加精神嘅。咁我闻说就係话呢加精神顶三波二啲呢个未经证实。我都考究紧，咁但系如果你话主力加嘅话，暂时防，跟住次要就敏啦，我会系啦。OK， 明白。嗱，咁啊 ，Isaac 讲得好清楚啦。咁但系咧呢件事咧，因为其实我哋要讲翻先，重申一点，因为咧 ，Isaac 你明唔明啊？而家我哋系灯嚟噶啦，灯嚟，唔系有好多系我哋即系研究出嚟，或者系即系听坊间嘅啫。系啦，冇错。咁你要知道，因为其实嗱，我唔系话我哋要讲我哋群组发生咩事啦，而系话当明显地，当我哋群组有啲 post 出咗，特别系论点出咗嘅时候，特别系我哋呢个网台勾噏论坛啦，系咪先？出咗之后咧，有好多好多讨论区，甚至好多某大啲攻略页咧，佢哋系会 follow 我哋讲嘅讨论咧，去自己做引证嘅。喂，咁我哋系好开心嘅。因为其实我哋想做呢个网台就希望大家多啲讨论㗎嘛。係咪先。咁就所以呢Isaac 讲呢啲嘢呢系个人观点。个人观点嚟。係一路都系。係啦一路都系个人观点嚟。所以嗱我绝对。不代表本论立场。我绝对系唔赞成有啲师兄系将麻尾怼爆个仔空当前锋打。冇错。因为佢根本佢嗰个吉田头锤唔系定点。冇错。度喺斩角球跳高嚟顶波。冇错。系。嗱所以我因为大部分我同意嘅。所以都有师兄问我嘅时候呢我系会建议大家防敏或者敏制空。系啦制空。咁嗱精神力未 confirm 嘛。系啦但台长之前开个某 ,loop farm 之前嗰集数其实讲咗精神力系会影响到咩呀kick 低人哋十二码嘛，系嘛？系啊，呢个系冇错，呢个犯规，犯规系啊，冇错。所以咧，精神力我系会建议大家唔好加住，即系当我哋至少，我希望我哋，因为呢啲系牵涉到一啲好重大嘅 critical 嘅 point 啊嘛。即系如果我建议大家加战术力，可能最后 outcome 嗰样嘢，大家可能加少咗，咁至少都系只系加少咗啫。嗯，系咪先？咁如果加精神力系令到大家输波咧，咁啊大镬噶啦，系咪啊？即系除非你吓有保方施治。咁啊，托得下嘅，咁啊另计啦。OK， 系啦，所以嗱，慢尾我系十分同意 Isaac 讲嘅说话嘅，因为我哋就算玩日版嘅话，讲埋都好留意到，大家慢尾头锤，佢系绝对唔系站立式顶头，唔系抢篮板式噶嘛，因为唔系站立式，因为呢个我都再补充一下，其实系真系我哋系冇一个实际数据，纯粹真系个人意见或者系靠经验观察出嚟。冇错，所以大家讨论下，一定要讨论，因为我唔希望我哋讲完之后，即系叫做教主个教乜鬼嘢主啊，我都系鸠噏啫嘛，最紧要一齐讨论，多啲人讨论啫嘛，系咪先？所以我系特别中意啲巴打上嚟倾偈啊，喺 chat room 度留言啊，见到问题咪答下你咯，系咪先？答到咪答咯，答唔到咪讨论下啦，系咪先 ？OK， 台长再嚟。有人敲碗，我自称敲个碗，呢个福士城子好点睇？乜？讲多次。福士城子。福士城子系边个福士城子啊？咦啊！你讲咩？应该日版啦话，日版福士系咪新嗰只？福士后防系咪讲紧后防啊？系啊，福士系啊。我以为日文名啲咩福士城子。佢系三招防技嘅，我记得佢有 level 三奋勇抢字 ，level 三解围，同埋 level 三精神压迫，系啦。咁其实佢主要嚟讲都系打中坚啦。嗯，系啦，咁但系就你要留意咯，佢打中间佢就冇，即系佢冇超级头锤，
佢唔你就要考究就话，咁你加唔加制空俾佢咧？佢嗰三招咧，一定系主力系食防噶啦。OK， 可以话系食防噶啦。系啦，如果有巴打系啦，如果有巴打有张沿途铺上嚟，或者可唔可以讲讲技能啊？我讲晒技能出嚟，我哋都讨论得好少少咯，好嘛 ？OK， 跟住嚟啦，福士，福士，明白，我知你讲咩，而家知啦，而家知啦，唔该巴打，系好。再嚟，台长拣问题。等下先啦，斯洛尼唔啦，斯洛尼睇翻之前几集啦，系。系啊，斯洛尼讲咗噶，之前已经提过噶啦，可以碌翻之前嗰几集啊。仲有啲乜嘢咧？好，台长睇睇个技能点系点样先。好啊。Intercept 呢个分钟拦截，超级改为charging 即系呢个 M。精神。唔系。阿碧，系啦，阿碧，系啦，抢字啦，系咯，即系加防啦，冇错，即系阿石讲嗰啲系啱嘅，阿石讲啲系啱嘅，你加防，你加爆防都冇蚀底嘅只嘢，完全，加少精神你搵稳都 OK 嘅。但系留意最主要系咧，因为日本嗱香港就新出啦，可能好吃香啊呢只，咁我唔知本身有冇呢一只组合嘅后卫啦，七星一定冇，七星一定冇呢三个技能组合啊，冇错。但系留意翻就系话咧，佢本身个制空好低。佢起始系得26制空，咁你要留意就系话，如果你摆中间，俾啲人冲上嚟点样咧？系啦，要谂咯，要谂啊，呢个你要谂啊，系。但系佢个防咧，起始系高嘅，37，系咯 ，OK。啊，如果嗱有问题继续问啦，因为今日大家 Q&A 时间好多少少嘅。因为今日露表嘅情况唔多，系啊，因为平时正心啊，你食咗正心，食咗正心。即刻换件绿色衫喎！你要明白，你要明白点解我哋要永远怀念 Toy King？ 冇啦 ，Toy King 今日 Toy King 今日离我哋而去 ，Toy King 讲两句。宫中对精神加成有冇用？你啊，拣两条问题啊，嚟啊！点样有效出 One Two？ 即系梦幻，即系啊！呢个我都想问啊 ，Louis 系嘛？系啊，我知你有问我啊，但系我唔会答你啊。秘密武器唔系秘密武器，因为我谂住专登开个 topic， 因为我唔想好短时间呢个要啊，呢个起码都要一定要开一集，一定要开一集讲，因为太复杂啦呢条嘢，呢条嘢呢件事呢条数太难计啦，呢条数难计啦，系啦。OK， 仲有冇啲呢条数绝对影响你嘅工作同埋你嘅前锋，冇错嘅取舍。嗱 ，Louis 所呢个系预告，冇错。上个咧，其实上条片我有提过少少噶啦。咁但系你睇翻，你可以睇翻个预告先咯，睇翻上个礼拜嗰集，唔系今个礼拜嗰集。上一集，上一集系冇错。冇喎，有嘛？迪维斯点用好？迪维斯点用好啊？四个阵系四一二三，四一二三迪维斯。嗱好啊，今日呢条最后一条问题啦。嗱咁就迪维斯点用好？嗱，阿石，你冇留意港版啦？你知唔知道迪维斯系俾人叫废三宝之一嘅香港版？佢系咩？唔系法兰斯哥利，跟住奥迪加，系啊，奥迪加就梗啊，同埋雷哥咩？唔系雷哥，雷哥平板咗啦，平板咗。系啊，而家迪维斯。嗱，咁你知唔知道件事先？我知道有咩三宝五宝啊，三宝五宝啊。OK， 嗱，因为我自己有迪维斯嘅，好啦，今日就讲 last 条问题就讲迪维斯啦 ，O 唔 OK 先？嗱，迪维斯，等我先开翻个出嚟先啊，因为讲埋喺度咧，我哋就可以讲四星杯，四十星杯而家系实放噶啦。哦，系啦，咁啊，留翻少少时间讲四十星杯啦。好，迪维斯，睇睇噶。Toy King 嬲我啊嘛，迪维斯真人飞佢上出都 OK 喎。迪维斯梗系 O K 啦，去咗早季都仲要俾件十号佢着，野兽嚟噶。计下迪比亚路之后，咁冇人着到十号。系啊，其实都几大面噶。祖云达斯嘅十号系好重要嘅。系咯，祖云达斯两代嘅十号都系金童嚟噶。系巴治奥、迪比亚路。系啊，当年就系因为迪比亚路冒起咧，先至踢走高人工嘅巴治奥你谂下十号几重要？尤其是早季，尤其是早季十号，早季十号唔好忘记。即系巴治奥走咗啊，仲有啊，迪比踢咗几耐啊？系啊，迪比踢咗有冇系咪 over 十年？哇，黐线啦，接近廿年啦，接近二十年，接近二十，接近廿年啦，佢踢咗。由如果由真系由即系如果由细细个计起，降过班喎，期间系啊，不离不弃，得佢同宝方啫。咪咯 ，OK， 好嚟啦。呢个金童抵到烂啦，所以讲句。迪维斯睇唔到噶啦，系啦，咁我纯粹讲讲啦。嗱，迪维斯其实咧，嗱咁讲讲啦。迪维斯佢死角射球、黄金盘球、梦幻射球，阿石你睇到啲技能有咩问题先？你觉得佢？嗯，作为一个前锋，有啲咩问题先？
冇头锤，冇头锤咯，系咯。咁佢 OK 个真人都冇头锤。其实佢你佢应该如果我嗱我唔系咁熟啦，因为我都未拥有过佢，但我斋睇技能，我会摆佢打逆风咯。冇错。系咯，嗱，其实咧，因为迪维斯呢件事咧，佢第一佢打正中锋打 striker 佢冇头锤嘅 ，OK， 咁呢个佢本身真人都冇头锤嘅 ，OK， 但系如果你系打多过两个前锋嘅话，好似四二一三嗰啲，或者甚至四四二都好啦，咁我啲强烈建议，其实四四二好似阵式四四二，一头一顶，即系一顶一传咪得咯，或者一顶一扭都得噶嘛，系咪？总之你多过一个选择嘅时候咧，迪维斯佢就可以有效发挥到佢嘅作用啦。佢发挥作用就咩咧？就系、是、打边锋啦。总之佢唔好打单衰，冇错啦。尤其是如果你系三前锋，佢打一边，其实你主要加佢敏判型，我自己觉得。O K 嘅喎，都系冇错技能，系不过系战术力起始低啲啲啦，我见到系啦，25呢个就你要考虑，要考虑嘅。但系个问题就系、是，因为我而家 Lewis 系有迪维斯嘅，系啦，咁我自己咧系加敏同埋加判嘅啫，系啊，系成日发动到黄金判球，同埋系梦幻诶，即系 counter attack 咧，系做得好好嘅。咁迪维斯系常入波嘅，系，但因为而家我朗拿甸奴我只人嘅 level 高过佢咧，先至要用朗甸嘅啫。啊！如果唔系，如果按照点数嚟讲咧，佢有少少蚀底嘅，迪维斯嘅起始点低少少咯。因为其实嗱，佢我冇睇错咧，佢呢类敏判型嘅逆风咧，系好似系同阿巴治奥同阿卡卡嗰类技能一样，系偏向系真系佢纯粹打逆风，因为佢冇头锤。但系其实你如果打三前锋啦，即系总之少过单前锋嘅选择啦。其实佢食到敏判，系啊，敏判型系啊，会成日扭嘅，系啊，会成日扭入去，因为你单刀扭咧，之前都讲过无数咁多次，你系计咗敏去扭，要再计埋判噶嘛，系冇错，系啊系啊，所以迪维斯就可能会因为实用性上边咧个位置局限咗，嗯，所以觉得人哋觉得佢唔好用，系、嗯、啊，但系我觉得我系有用嘅，所以我系用四二一三咯。啊！但系當然啦，而家我有斯洛尼，我有巴迪高，同埋我有尼馬嗰啲咧，我就未必會揀到佢咯。同埋而家有隻朗拿甸奴，即係未必點到佢燈係嘛？未必係啊，未必新房係啊，冇錯有冇錯，即係要選飛嘅時候會選唔到佢咯。但係阿迪飛啊，點唔到啊？係啊，迪飛點唔到佢啦，等一陣咯，試飛啦，試飛中啦。OK 好，咁啊，希望幫到你哋啦。咁我哋而家實況一下四十星杯而家情況咧，我哋之後就今日就差唔多啦。OK。好啦，咁我哋嚟咯。好，咁我都睇下港版动向先。系啊，咁啊，大家如果可唔可以补报而家你哋个区咩情况啊？我会再讲啊。大家补报荃湾区啊，油尖旺区啊，乜都好，补报而家排名要几多分先至入到？港版系咪11点完啊？唔系，好似系1点啊。哦，1点。系啊。嗱，咁我而家 Lewis 系荃湾区嘅荃湾仔啦。OK， 嗱，而家睇得个情况啦。嗱，而家 Lewis 嘅情况咧就系8名就入去即係下一轮啦、都系嗰啲啦，荃湾火箭啦、啊、荃湾巨人啦、啊、荃湾 LV 啊，熟口熟面嘅呢啲，熟口熟面㗎啦呢啲。嗱咁就我而家Lewis 呢就系两胜嘅，咁就排第12。咁目前呢个情况啊，仲有两个钟头零十三分钟，佢就第八名嘅奥耶呢都系4胜嘅啫。系啊，即系胜二喎，系啊，即系基本上我系只需要打咧，你赢三场我就入围噶啦，系啦，所以而家呢个打就冇死错噶啦。唔系，但因为荃湾区嘅情况系好啲噶，系就冇个涉谷嗰啲咁紧要，冇错，梗系一定冇，永远当人哋打到即系嗱 ，Lewis 唔系我 ，Lewis 系好同情啲巴打嘅啫。我真系想再讲多次，我对上打涉谷外围赛系即系我打到去关东噶啦，即系再出就全日本，头三轮头四名出线系。前四上到去第四嗰、那个打80场。是啊。佢208分。嗯。我系第五 ,202 分我都要出局。嗯。80场其实我已经攞咗202分。嗯、即系都 OK 啦我觉得。即系以玩咗冇几耐嚟讲。但系就真系高手云集。冇错。真系小心啲。我所以揀区。旺角区报料。旺角区报料。旺角区报料系。第一位赢30场。OK, 即系好合理啊呢、這个数字系咪跟住仲有冇其他人报料？失球100。O、okay, K，、哦、即系都正常啦。马鞍山第八位53分。系。红磡都系第八41分。O、okay, K， 即系都系属于正常水平啦。沙田第一位76分。系。O K。O K， 冇乜大问题啦，好合理啦，系啦。荃湾区就系永远都系会正少少嘅。系。即系当人哋黄大仙打到60场。以打满先至出到线嗰啲，通常荃湾区咧打廿场就出线噶啦。嗯，系啊，即系好兴奋。36分。
屯門第八二十勝五和，葵興第八四十四分，灣仔第一廿五勝。OK， 頭四冇錯，頭第八名四廿三分啊，將軍澳第一廿八勝二和。头先好像暴马咁样。冇错，牛头角有疑似不死鸟出没。系、哦、咩？但系未遇过。未遇过。巴打话发现但系冇遇到。OK， 得发现目标人物。诶、哎，系、哦，唔记得讲不死鸟添啦。系讲埋不死鸟先。系今日天水、哎、天水围第八四一分。OK， 系大家等咗好耐嚟。黄大仙廿四胜第一。我唔记得咗点 sorry。观塘五十八分入围第一位七廿一。好，赛马直击报道完毕，差唔多啦，差唔多啦。你碌，好似碌落见到啲见到区。O K， 嗱咁啊，其实而家目前啦，暂时都好合理嘅，系啦。咁啊，特别系荃湾区啦，荃湾区系几易打嘅区嚟嘅。咁就我多谢大家对我嘅爱戴啦。O K， 咁啊，大家见到我记住手下留情啦，刀下留章嗰啲咧，系啦。咁就好讲讲今日最后噶不死鸟啦。诶，反正提到不死鸟啊。咁啊，讲埋不死鸟，因为多谢大家先提我啦。嗱，之前我台长阿 Sir， 你知唔知？当我哋讲话要邀请不死鸟上嚟嘅时候啦，好大回响，你知唔知？例如响嗰啲咩？有好多人就话，即系一方面就叫我，喂，快叫佢上嚟啊，咁样啦，公开啊，我好想知啊。系冇错，一方面咧就话。我觉得你哋唔可以咁样做嘅，因为咧，因为咧系有呢个外挂本身系一件啱嘅事嚟噶，知唔知啊？咁我但我同意嘅，但放心 ，Lewis 系冇立场嘅喺呢件事上面。OK， 因为外挂本身系唔啱嘅，我同意嘅吓、啊。但系大家千祈唔好误会，我唔系叫佢上嚟分享外挂，你放心。我系讲紧，如果真系不死鸟上嚟嘅话，我只系希望佢引用翻佢个文章，我系想问佢做紧乜嘢啫，我系想问佢点谂啊？究竟你点解会咁样用呢，系咪先等等个性啦 ,ok? 咁就嗱又最后就出咗一个疑似嘅新文章啦。即系不死鸟佢有个新文章啦。我都直击报道一下嗱，呢个波比较细真系未必睇到。嗱啱啱我就打完今日系打呢、这个东京全东京。系。头五出线。系。小弟呢就攞第六。哎呀， okay， 又再一次，啱啱咁样，又再一次不成功，系啦，不成功咁啊，冇办法，唔紧要啦，系啦，好，咁我哋就杀落去今日佢篇新文章啦，不死鸟，好，杀入新文章前播一播先，系、蓝田第九六十六，哇，即系八名内要七十分打上啦，哇，都要打喎、九龙塘前八都只系三十二，第一八十四。天水围第八六十三 ，OK， 有巴打布喺荃湾区冇遇过 Lewis，、哦、正常啊，你冇遇到我，人人都系噶，我就系我，系咪见你唔到我？其实不死鸟系我就系不死鸟，其实我就不死，我地区都改埋，啊乜讲笑？好啦，嚟啦，咁啊讲讲文章啦，因为一定要分享下嘅。嗱，我唔知系旧文定系新闻，因为我系冇磁石讨论区。嘅账号嘅 ，OK， 我系喺嗰边系 CD Warm 嚟嘅啫 ，OK， 嗱，咁我首先读一读今次不死鸟嘅文章啦 ，OK， 暗黑不死鸟之谜，不起密插，不起密插，不起密插，高登人嚟喎，成 N 噶咯，呢个要大家认清楚游戏始终系游戏 ，OK， 咁啊嚟咯，最早期我同大家货金几千几千咁去抽球员，结果。大家抽到啲乜？大家明白啦。感叹号，外挂事件后，官方才调高扭蛋机率。我好早就研究过其他队伍，见有人嘅球队球员 level 唔正常，先研究其他方法。而家回本，仲赚住玩。哇 ！OK， 听埋先咯。赚住玩啊！早在杯赛前已想放弃，不过见有人杯赛打就继续玩。不过啲杯赛又几 online， 即系应该几戇鸠啦。我想讲，次次打几百场仲辛苦过翻工，系我同意。其实我都同意，同意所以我而家真系冇玩一百场啫。咁 U One 杯系最后一次，冇谂住拎第一，留翻俾个实至名归嘅玩家。嗱，佢括号嘅喺度吓。如果有心，同意呢个。如果有心，最尾一个钟先爆上嚟，到时半夜三更。有差人知咩 ？GM 都做唔到嘢啦 ，OK？ 沉晒啦，大家都。GM 次次杀都系捉外挂，GM 次次都系杀啲虫啊、蛇啊咁，啲龙又唔见佢杀，佢又玩 Monster， 佢又玩 Monster 喎，睇嚟。
冇以为强调高货金，真金白银玩家玩家就冇问题。正因为有啲高货金 ，GM 先隻眼开，隻眼闭。嗱，佢呢度提出个论点啊，佢怀疑啲 GM 系揀人嚟 ban 啊。冇错，放过佢哋一马。呢点唔代表全部货金玩家，只不过可以排，唔可以排除呢个嘅可能性。做警队嗰啲就好保守喎、啊，呢个戴实头盔、啊。其实你啲 friend 嚟，我啲 friend， 喂，我好明显、啊，我要屌就屌啦，系咪先？其实玩家游戏都存在外挂，其实其他玩唔系，其实玩其他游戏都存在外挂，呢、這个 Louis 讲过啦，系咪？PC 啊、PS3 啊、Xbox 啊、PSV 啊、iOS 啊、Android 啊，之前好似好 hit 嘅《神抄之塔》啦，呢、這个我改嘅，佢写神魔，上网都系有人修改方法嘅。OK， 我哋明白。大家认为香港代理做唔做嘢要靠日方，但唔见得日本系有做嘢啊！佢话官方只系回应，官方只系回应系讲香港版官方啊。经我们调查，发现各下职球队曾经在一段时间内发现异常数据，为维护广大玩家的权益，对于使用不正常手段从游戏中获取不正常的利益，严重违反游戏规章的玩家角色进行停权处理。被停权者的玩家将进行停权处理。哦，唔好意思，我重复咗，唔好意思。被停权者将无法登入游戏。若阁下承认的话，我们会采用黄牌机制，吓，要求日方将你球队球员等级下调，然后解冻球队。OK， 跟住佢就嚟啦，自白啦，几恐怖啊！要你自己认，有乜可能？又唔讲边度出问题，出问题。边度唔讲边度，唔系又唔讲出边度出现问题，净系识讲有异常。要知道问题，你哋先会去修补。呢段嘢我谂起发牌，嗯，好发牌呢段。系啊 ，OK， 死因不明。嗰一段就谂起嗰段。系啊，其实日版一早就有漏洞，可能系小巫见大巫。最后多谢 U One 上一位神人教我基本嘢，呢度好多隐藏高手，别了。嗱，我唔知呢段嘢系旧闻，即系旧闻，即系 old news is excited 定系新篇新文章啊？大家麻烦帮大家听过嘅出声。嗱，所以你会见到其实咧，你要知道，而家官方嘅问题就系、是，其实佢哋都唔知道有咩问题。嗯，佢要你认、啊。嗯，系咪？嗱，我唔系撑不死你啊，只不过我系希望由不死你个角度去指出一啲嘅嘢。OK， 首先佢第一条问题就系讲紧，喂。你要如果你认嘅话呢，我就可以斩你一隻手，断你一隻臂 ,ok, 你自己慢慢再玩啦 ,ok, 跟住不死你要系强调你要指出边度有问题，咁我咪认囉，系咪？咁你逼我自首，咁我如果我唔自首呢，自首还自首，你都话俾我听我死乜先啦。係啦，明唔明？咁但系不死呢个玩家其实本身就外国玩家嘛。系咪？你问我讲咩啊？所以根本就系佢嘅角度就系讲紧，你都冇，你都唔知我讲乜嘢，甚至乎佢质疑官方究竟有冇能力，你系做唔做到咧？你知唔知我做紧啲咩咧？你只系要我认啫，系咯？你直情冇一啲数据或者各样系可以列到明，即系喂，以前可能你玩 online game， 喂，你 ban 我，你有原因噶嘛？有理由、啊，即系可能讲出，喂，佢睇翻 check 翻个 log， 哦，你好似我以前玩 UO 咁样啊，细个。喂，佢 check 翻你几时讲个粗口咁，咁要啲 ban 你喎。系啦，咁即佢有理据啊嘛，你。O、okay、K 啊，个 check 嗱，佢而家冇啊，佢而家要你认咯。冇错，纯粹好简单，用翻 online game 套睇法，因为都系 online game 啦 ，check log 啫嘛。系咯，佢见到个 log， 喂，你条数有唔妥，但系又搵唔到点解唔妥，咁样咪尝试去逼供下咯，戳戳你，戳戳咯。嗱，因为佢嗱，我只因为好简单，强调啊，我哋强调啊，呢类 game， 喂，你要爆光爆水，爆埋人包，你唔止买人噶嘛，你可以系咁狂买水，跟住扯噶嘛啲嘢。冇错，你真系有咁有实力去扯嘅时候，外挂都悭翻啦，系咪先？冇错，嗱，而家我哋只不过要讲出一样嘢，就系、是、作为一个外挂使用者，系佢。话即个官方话俾你听、嗯，暗示话俾你听、嗯，其实我都冇办法噶啦。你明我讲咩？佢成篇嘢就系讲紧呢样嘢。即系调翻转讲就系话，即系讲咁多做乜？你俾警告信我都冇用，你证实唔到我用外挂啊嘛，系咪先？系啦，即系我唔知 Isaac 佢点样去理解段，因为你离开咗港版好耐啦，系咪先？但系作为一个普通嘅 game 嚟讲，当你系一个外挂使用者，竟然。个官方嘅回应就系话，
其实我哋系唔知你有咩问题噶，系啊，只不过喺靠估嘅时候咧，我觉得你应该有问题啩，系啊，于是就 ban 你啦。喂，咁呢个就系话，即系佢哋暗盘话俾大家听，原来呢个官方系原来冇嘢冇料到嘅，懂我意思嘛？大家懂我意思嘛？甚至乎可能有机会佢官方系即系知道有咩问题嘅，佢都懒得同你交代啦。咁即系都系嗰句啦，三人公司钱就照收噶啦。系啊，咁。系咯，系啊 ，ban 你一了百了啦，你啲人都系继续货金噶啦，冇错，都系继续赚，继续玩噶啦，继续玩噶啦，所以我哋点样坚持货金讲到讲到口臭啦，系咪先？坚持反货金，坚持反货金 ，sorry， 坚持反货金讲到口臭啦，因为我哋要点解要专阿 Lucas 要讲呢篇嘢咧，就系因为我要话俾你听，而家个官方嘅处理手法咧，就同处理发牌一样，系一样咁无稽嘅 ，OK， 佢唔需要话俾你听，可能佢自己本身都唔知道，嗯。系呢个系我最大怀疑咯，甚至乎最惊系佢知都唔理，系知都唔理咁就大祸啦，系即系等于即系可能谂住即系斩埋你哋尾啲针，咁可能佢临尾而家收够丑，收够丑收皮啦。其实个势都似佢一路即系可能推埋剩翻嗰啲球员未出，咁你哋焗你哋抽，整啲神 up 咁，零零嘣隆咁即系斩得几多得几多咁，冇人知，即系冇人想。一只 game 变成咁啦，讲真，即系大家都系一路，即系可能我哋都好有心机玩，其实去研究下啲阵型啊、球员啊、技能配搭，嗯、即系都唔想睇住一只 game 俾一个官方搞到咁咯。呢个系啊，我谂大家嘅心意嚟。即系大家你仲有心机去睇紧我哋而家呢个台或者听我哋讲嘢，其实即系你都系有心玩呢只 game 先啦。系啊，但系嗱呢个就系由不实呢个角度出发嘅，咁、大家都要，我唔系建议大家用外挂，而系觉得啊，突然间好严肃添呢个话题。但系你知道，当一个外挂使用者，佢一个官方咁嘅回应，即系其实暗里边都系讲紧，屌咁即系我用外挂啲内我唔好噶啦。系你都 check 唔到，你根本就 check 唔到，系咪先？如果你 check 到你理直气壮嘅，即系等于 HKTV 发牌咁样，如果我个理据系够嘅，我点解唔怕？我唔怕讲噶。系咯，你明我讲咩啊？我唔发牌俾你，就是、因为呢样嘢 ，OK？ 你唔满意嘅话唔紧要，你唔满意嘅话我哋可以讨论。即系正、okay. 即系等于，如果佢系有理据唔发牌俾你嘅，大条道理嘅，佢攞到出嚟嘅，你就唔会仲有咁多人冇错，即系唔好话咩啦，支援即系声援佢啦。呢几日都经常提啊，攞唔好话HKTV 单嘢，即系大家都要喂，即系攞埋其他发牌嘅东东嚟比呢件事都好。喂，即系走牌唔批，即系差佬嗰边都会同你讲，你衰乜嘢啊？系啊，而家仲惨过批个走牌，咪系咯，系啊。所以而家香港区嗰个问题就系咁样啦。我哋上一集已经讲咗，而家根本就唔知道佢有冇俾日方啊嘛。系啊，系啊。咁我哋首先要假设就系可能日本系冇外挂先嘅。OK， 但系睇下不死鸟呢篇嘢咧，其实日本咧。是会有的。是有的。是啊。但是我跟Talking研究过的。如果要用旧的外挂制式呢 是会弹 Apps 的。是。这个肯定了的了。但是不代表没有新外挂的。是。Okay? 即是正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啦。那即大家玩游戏可能我觉得即轻松一点啦。如果譬如即觉得香港这边可能即不 fair 或者各样。咁我自己会取舍，情愿揀一个可能多球员或者多活动，系啦。官方起码肯去做一啲嘢，即系孤物论，可能你嘅对手系已经去到百几 level， 甚至200，全七星 whatever， 即系其实都系想玩啫。你未必一定要谂点赢佢，哇！但系你可能你和到佢都好满意，即系玩游戏，我觉得系最紧要 enjoy 心啦。所以不死你要提一句就讲得好清楚，游戏啫。game 啫嘛，系咪先？但系我哋唔会支持用外挂嘅，你放心。即系认真还认真，有啲嘢喂，冇咁啊。系，因为我哋唔支持用外挂，我哋其实我哋以不死你个心态，以按呢篇嘅文章去讲咧、其实佢系企喺我哋呢边嘅，系咪？佢其实系即系想宣泄咯，系啊。佢基本上佢离身咗，佢有钱用钱抽嘅，系啦，系咪先？系啦。但系如果我哋个前提我用咗钱抽之后，原来啲外挂好似 B 爷，好似台长咁样。傻仔嚟噶，你睇我咁个债啫嘛，你见都见我唔到啊！我督两嘢就有咯，咁多台 live 啊，你未见过我的样子啊，但系原来我就系不死了，同埋最紧要咧，佢嚟啊，同埋最主要系我觉得佢文章最尾提及啊，仲有好多隐世高手，
即系呢度系有啲含义咯，我觉得呢、這個。即系一来我头先话斋，喂，真系有人爆光爆钱，究竟系真系爆光爆水爆银包，爆光爆水爆银包水啊？定还是系有好似佢话有啲高手教佢所谓嘅基本嘢啦、啊，系系咯，有啲含义嘅呢啲，有啲含义嘅，有啲含义嘅，冇错，大家可以思考一下，一定要思考一下呢个问题。嗱，因为我绝对嗱，台长又话好叻，睇下系咪呢啲 ranking 或者呢都系唔关我哋事，唔关我哋事。OK， 大家自己啲 ISP。OK， 嗱，我呢边好神枪，冇错。嗱，咁而家我哋要知道一样嘢先，就系、是、我哋重申，我哋唔系支持外挂，啊，亦都 Lewis 亦都唔会用外挂嘅、嗯、，OK， 亦都唔会去用。嗱，讲得好清楚。唔会啊，我已经拎得就窒咗个五字。嗱咁就咧，而家我哋讲，我只不过系希望由不死鸟呢件事去发展出一个嘅信息，就是、首先打机啫，系咪先？但系有啲人打机系打身家噶嘛，所以我哋唔可以唔顾及呢班人感受嘅。OK， 只不过当外挂仲喺度嘅时候咧，我哋系有责任叫，唔系我哋责任，其实系官方系有责任要处理咗佢先嘅。嗯，嗱，大家睇下，再睇下今次40星杯。OK， 其实40星杯咧，对好多球员，因为星数限制咧，其实咧系已经有好大嘅压止作用噶啦、嗯。就算你用外挂，你最劲都用四星人或者三星人啫嘛。咁其实四星人、三星人，你食爆 level 嘅话咧，其实系一样嘅，系咪先？同唔同意先？所以咧，当有限星杯嘅时候咧，其实外挂影响系少啲嘅，少啲吓。但所以当系有限星杯嘅时候，你就唔会见得到太多嘅不公平情况，因为大家嘅球员。等级都可能差唔多，个 handicap 喺翻度啊嘛。系啦，但系唔代表佢唔可以，唔需要去处理啊嘛。当然啦，唔通佢话哦，咁唔通大家真去到一个地步就系话，唉、哎，咁好啦，咁啊长期出30星限制啦，咁我哋算啦，照玩咁样啊。咁样啊？呢七星都系储嘅，咁啊，将来系储系摆嘅啫，系咪先？真系借死都冇所谓噶。佢哋有责任去整啊嘛，所以我哋要厘清一样嘢先。我哋玩得开唔开心系重要嘅，但系唔代表我哋玩得开心，唔代表佢可以放弃处理嘅问题啊嘛。系嘛？所以我哋一定要，我哋唔可以打横嚟。我哋个群组有好多左交。佢打横嚟喎，而家我哋群组有好多左交，同你讲，即系佢嗰啲，咦、欸？咁你人用你系用啊？咁你咪当佢哋唔存在咯，你咪当佢哋咩咩咩咯，咁影响唔到你咪得咯。唔系，其实我觉得系即系即系我哋上呢个台啦，或者上嚟吹水倾偈咁啦，即系最主要都系想，我谂大家都系想 voice 收一啲嘢。即系我自己好简单，虽然我唔再玩港版，甚至乎我认真，我连嗰啲友情点我都冇人去拎，我开都懒得开。咁但系我觉得就系话公平啲咯，你只 game 一路有营运收益，赚紧钱嘅，即系你冇可能你个官方真系咁无能，乜嘢都唔做，就好简单，你仲系连个 home page 都冇，系啦，仲继续系 Facebook PM 复人，系啦，咁。即系喂，你赚紧钱噶？喂，你蚀住做，我哋原谅你啊，系咪先？大家又大水又肥住你，系咪先？但好似有个官网喺我哋下一集讲，嗰个官网我见到，我以为小朋友砌出嚟添嘛。嗱，跟住嗱，我哋唔好意思，我哋你激到卡，太激动我哋。嗱，咁我哋就只不过系希望一样嘢啫，我哋唔想系嗰啲系嗰啲 hea 做啊，嗰啲 hea 玩，令到大家玩得唔开心啊嘛。呢个台嘅最主要原因就系我哋希望多啲讨论。多啲人参与，多啲人研究，咁玩得开心啊嘛，系咪？咁官方唔做嘢，咁我冇办法，咁我哋唔货金，咪 OK 咯。嗯，只需要我哋唔货金，佢冇钱赚啦，咁佢自然要做嘢噶啦。咁、嗯、但系 so far 到而家，我讲你个群组讲咁耐啦，我哋个群组仍然系全个香港最大嘅现金交易区。系。我所以我其实我有少少责任，港交所咩？我其实我有少少责任嘅，港交所，我整咗个 group 出嚟，濑嘢，濑咗嘢，系先？嗱，你要知道，我哋货金系个人喜好，个人喜好嚟嘅。但我只需我只可指出嘅嘢，我哋唔货金，佢冇收入，佢就要 appreciate 我哋，我哋开心，我哋先会俾钱。我哋俾钱，佢先有得生存。OK， 呢个系物竞天择嘅原理嚟噶嘛？嚟紧我哋之后11、12月，台长都收到风啦，佢都知道日本大把育成 game 等住出啦。嗯、大把足球 game 等住出啦，系、嗯、啊，唔知点解成个浪咁样嘅，系、嗯、排住队出嘅，因为世界杯啊，应该系啦，所以世界杯，所以咧、啊，如果大家唔中意，即系去到呢、這个真系要放弃港版咯，唔紧要，我哋之后11月，我哋要带领大家去另一啲足球 game 一齐玩，系咯 ，OK， 既然官方唔理啦，咁咪跳船，真系跳船咯，系咪先？唔好俾佢赚。系咪先？既然我自己玩得唔攰，我点解要再喺度一边玩边屌啫？系咪先？即系好似我哋好多时间。自己为例，即系冇咁好心血去闹或者讲咁多嘢。即系
觉得唔对路就直接问，即系、啊、玩咗可能个零月，哇！嗰晚真系唔对路喎、啊，嗰啲咁嘅抽奖机率啊，各样那样啊，即系好多啦，一路以嚟咁多集带出嗰啲问题啊，有时即系师兄无论喺时事讨论区啊，或者 Facebook 个网一路 po 出嚟，即系唔即系真系唔得咧，就算吧啦，我都系啦，无谓嘥气闹啦，都无谓嘥气闹。你要一路玩一路屌嘅，真系冇意思。打得唔开心咗，不如唔好打。系啦，所以冇理由贴钱买难受，冇错啊嘛。所以嗱，唔系呼吁大家跳船，只 game 唔使，唔系只 game 唔使钱啫。但系调翻转，你插电都要电费，我插电都要电费噶，系咪先？嗱，所以咧，嗱，但系放心，我呢个就会一直玩港版嘅，系啊。咁直到我希望我哋唔好即系一足高打船人啦，系咪先？苹果又报杯，我知道。我皮佬嚟噶嘛？呢个公司我知，我梗系唔会得罪佢啦，系咪？我梗系会得罪佢，得罪佢旗下公司啫。啊，所以我哋希望佢越做越好啦。我只可以咁讲啦。哇，咁友善嘅我突然间，点、解人之将死啊？其言也善啦、啊。戴头盔戴到就嚟爆噶啦。唔系，因为我自己都玩嘅次数减少咗。嗯。啊，真系减少咗，因为有巴打讲得好啊。佢话咩啊？唔知有外挂嘅时候咧。不知玩得几个人，系喂谂下，好似 Isaac 咁样对住个200 level 嘅 team， 当大家要真系啊谂计点样调动嘅时候，和咗当赢，或者甚至可以有机会赢，你系会觉得哇呢值啊！即系你本输嚟踢，发觉有得踢，系啊，输、啊、喂低佢87 level， 佢、啊、全七星三只过400能力，系咯、啊，喂就得赢噶。跟住你就哇你我心里边即系等于大嗱呢个纯粹心路历程啦、啊。我第一次踢杯赛咧。我系从来唔 skip 噶，嗱、嗯，大家如果听到呢段说话嘅打一啦，我真系好认真逐场睇嘅。其实尽可能我都唔 skip 嘅，但系有时即系佢无奈地，即系81-100就冇得讲。系啊，去到嗰啲位，因为我第一次杯赛嗰时仲系一次30-30、50、30-30、40-50嘅场数，我系逐场，你都系想睇佢啲人啲彩虹啫，冇错。跟住咧，半场如果和咁啊，我咪半场和，我咪掉咯。嗯，因为你睇咗上半场，你知道啊。原来我俾人集出，即系我俾人出集出波出得劲、哦，咁于是我咪调四个后卫咯，咁咪即系对应翻佢攻击技能，哇，系不知几过瘾，你明嘛？我每一次对到 Prada 我都好兴奋嘅，你真系有心打啦嘛？系啊，因为我每次对到 Prada， 即系总决赛对到 Prada，、嗯、我每次对到 Prada 我都好过瘾嘅，因为我真系好俾心机去调阵，我睇住佢咩阵，我见到佢3223，我就对住佢阵嚟打嘅，系好开心嘅打得，因为我本身啲人唔劲，我盘输啊嘛。啊、我赢到你，我仲 cap 你图啊！冇错，好 cheap 噶嘛，你呢啲唔好话赢到佢啦，和咗都 cap 啦，呢啲情况系咪先？系咪先？所以我真系好，我好 enjoy 头两个杯赛嘅。嗯。后嚟一外挂出咧，大家你唔可以官方或者嗰啲左交，你唔可以话我哋唔啱噶。嗯。佢成日左交就话：，屌咁全世界都外挂，劲过你就外挂咁样。我哋唔系讲呢样嘢啊嘛。嗯。我哋讲紧当日外挂官方唔处理嘅时候。我对住嗰个玩家，我都唔知佢系咪外挂啊嘛，讲紧系，系啊，嗯，对唔对？咁当你对住 Prada， 以前你觉得哇 Prada 真系打上去嘅、哦，嗯，咁自从出咗外挂之后，你个心里边，妖都唔知系咪嘅，对住佢，妖外挂唔使玩啦，外挂都唔好玩啦，即系咁样个心态，你个心态转咗嘛，讲紧系。就算系啦，即系当唔好话真系放大，成日话讲外挂啦，即系主要系除咗外挂呢样嘢，其实好多地方可以改进啦，譬如啲活动啊。嗯各样，譬如啲人啊，球员个 database 啊，即系可以其实慢慢去即系改进多啲啦，我觉得系噶、啊，但我哋希望佢挨得住去到 1.3 个 version 啦，嗯，系啊，希望去到 1.3 啦，即系喺我希望尽快佢哋能够尽快解决啦，因为我哋都唔想太过，我哋竟然讲外挂都讲咗15分钟啊，都系你因为我哋心里边嘅怒火其实都好难咁熄灭噶啦，明，因为始终一定噶啦，一有外挂一影响咗公平度呢样嘢咧，就系、是、一只。online game 或者一隻 game 嘅末日開始係末落啦，末落㗎啦，係啦，咁就其實嗱 ，Talking 都已經係末落咗啦，你見佢都灰咗啊 ，Talking 已經係啦，講兩句啊 ，Talking 嗱咁就有嗱，今日最後一個狀況啦，咁就係講緊有人其實香港已經出咗另一隻嘅足球 game 啦，係啊，就由師生啦，因為同師生有啲淵源嘅，我哋同台長都係咪？咁就和仔嗰只啊，係李健和嗰只 game 翻嗰只啦，咁就我希因為我冇 Android 机啊，你有冇 Android 机啊？冇。
退休咪做嘅，冇，因为我哋身边系未出，冇错，因为我哋身边系冇 Android 机啊，所以我哋其实系谂住开嚟玩下，同大家报道下嘅，系、但系如果有 Android 机嘅朋友咧，喂，上嚟，上嚟。上嚟呢度一齐玩，上嚟笑下咯。上嚟笑下都好。虽然我见过啲 YouTube 咧超核突啲公仔，系嗰啲系腾讯嗰啲公仔嚟嘅， okay. 即系个大头咧嘟嘟嘟嗰啲嚟嘅。但系喂，但系我觉得唔错，我觉得即系至少有得选择啊嘛。所以呢只 game 我哋留意咗好耐啦，但系我哋因为身边冇 Android 机啫，就我系极度呼吁啊，希望大家有玩嘅朋友或者想玩嘅朋友上嚟呢度一齐吹下水做个朋友好唔好？喂，唔使怕自己年纪细啊。前排咧，唔系阿涛已经同我讲啊，其实 U Wants 即系阿磁力讨论区咧嗰个废王子咧，嗯。有留意我哋嘅 group 啊，即系磁力讨论区嘅朋友可以留意啊，我 talking 佢邀请紧佢上嚟 ，OK， 系因为废王子系多嚟多啲嚟倾下偈，我见阿废王子我都习惯佢都几即系有感而发嘅，系啊，佢又开晒 live group 咁样噶，系 啊，所以大家啊废王子听到嘅上嚟啊，嗱你原来系佢封我做教主啊，嗱、okay. 咁我希望教主可以令到你个你希望。召唤到你上嚟一齐吹下水啦！教主 crossover 废王子，再 crossover 日本嘅歌机，系日式歌机 ，Isaac 喺度，咁就 very good 啦！我哋中港台三地集合咧，咁就可以一齐跳船啦 ！OK， 好啦，下个礼拜再见啦，拜拜。